对的。那个，请经管会哈、哦、通知主委，请经管会通知主委，主委没到吗？那个，请记者先生、小姐哈、哦，到后面今天不接受访问了哈、哦，赶快到，好、哦，我们马上要开会了，休息你再访问好不好？拜托一下哈、哦。好，那现在继续开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今日议程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瑞昌、卫生福利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经济部次长、教育部次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就普惠金融之推动方向与办理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王荣章等16人拟具会计师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现在我介绍一下在场的委员，有王荣昌委员、魏宏泰委员。与会的所长有金管会李主任委员、卫福部李政务次长、内政部邱常务次长、经济部叶处长、教育部林常务次长、国发会高副主委、原住民委员会伊万政务副主委、法务部周检察官。好，那今日的议程有专题报告及法案审查、采分别报告、
那合并询答方式进行，先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那请行政机关依序专题报告及回应委员提案。那我们先请王龙章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本院在103年8月1日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我们把联合国《身心障碍权利公约》国内法化。在同年的12月3日，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正式施行。在其中规定，我们各级政府机关要按照公约相关条文的内容，就其主管的法规及行政措施，最迟在5年内完成法规制定、修正或废止，以及行政措施的改进。表定行政部门应该配合 CRPD 完成法规检视作业的期限是108年。本席认为，立法院既然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对于身心障碍者人权的重视，更应该走在行政部门之前。尤其我国法律中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歧视性规定，以精神障碍类别最为严重，因此本席在全面检视相关法规之后，陆续提出记账士、会计师等共计20个专门人职业人员的法规修正草案，其中记账士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有赖财政委员会各位同仁的支持，已经在10月21日在院会三读通过。今天本案的修正重点，在删除现行第6条第1项第4款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经主管机关委请2位以上相关专科医师咨询，并经主管机关认定不能执行业务及不能充任会计师的规定，倘若其障碍程度已经达到无法升任会计师业务之情形时，事实上在同法里面同条第1项第2款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是可以适用的，因此会计师法并没有必要针对特定障碍类别定歧视性的规定，所以本提案敬请我们各位委员同仁支持，谢谢。补充介绍一下在场的委员，曾明忠委员。好，再下来我们请金融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专题报告，并回应委员提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行政部门的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是立法院第9届第2期第13次全体委员会议啊，承蒙委员会的邀请，请我们金管会就普惠金融的推动啊，还有这个王龙章委员提出的会计师第6条修正草案来做报告，我们非常感到荣幸，请大家多多指教。第一大部分我们关于惠普金融的推动方面的办理情形，我们来说明我们愿意从这个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以及金融服务的实用性啊，以及金融服务的品质的提升三方面来做报告。那首先我们就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来说明，我们推动的方法就是要推动金融友善的服务。这方面我们具体的做法，我们预请所有银行同业来推动这个银行营业场所的无障碍各种设施，让方便我们这个障碍的朋友到银行来接洽业务。另外我们也提供这个无障碍的 ATM 服务，方便我们这个朋友来使用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以现在的科技发展的趋势，提供这个无障碍网络的服务，也许我们这个所有的人在家就可以
做跟银行做交易，当然包括我们的这个身心不方便的这个朋友啊。啊，另外我们也对这个要求各业者对 ATM 要提供这个手续上的减手续费用的上的减免啊，这个最少我们目前大概一年呐、啊，可以每个月提供三次，一年36次免费的这个服务，包括跨行的服务啊，这个啊我们希望做。第二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协助业者来取得融资啊，就是说我们用金融普惠原则，希望有些这个也许他边缘的所谓边缘的这个客户能获得这个正常的贷款管道，借款贷款的这个管道啊。另外我们在这个希望扩大这个服务地区，尤其是对偏远地区，我们来加强服务啊。再下来我们也希望推行微型的保险和小额的终身班保险，这样就是说对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这个保险业务，也许有些朋友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那我们希望来实施这个微型的保险，来把这一方面我们原来做不到的地方把它包括进来啊。另外我们也当然希望提升小额投资的便利性啊，等于就是在 access 在这个可及性我们来加强。第二大部分，我们在金融服务的实用性部分呢，我们希望在打造数位化的金融环境啊，这包括当然网络银行，还有线上作业的这个提供，以及推动网络投保作业、开放行动投保啊，这方面来加强我们保险业的扩张啊。另外，我们要建制数位化账簿划拨的作业环境，让每个人不必临柜就可以跟金融单位来做交易啊。我们也要扩大线上金融服务啊，那个证券业新客户往来可以用这个包括身份的确认加强以后，就可以来很自然的这个作业啊。第二大部分，我们要发展行动支付及电子支付啊，那个这样鼓励金融机构推展行动支付的这个服务啊，开放电子支付机构的设立等等啊。那个在金融服务品质方面呢，我们希望强化金融教育宣导与普及金融的知识。这方面我们会我们周边的单位以及各行各业大家一起来努力啊，而且我们要推动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啊，希望这个就是我们普及作业的一个真谛啊。那至于未来推动的方向呢，我们这个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希望金融机构的服务不再局限于实体的分行及固定的营业时间，我们希望这个相关交易成本啊，在大家努力之下可以降低。金管会，我们会持续了解民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啊，以这个金融机构来沟通，来希望社会各阶层以及全国各地区，当然指的是偏远地区，都能享有这个我们便捷的金融服务啊。第二大部分有关于这个王能庄委员等16人提案这个删除会计师法第16条第一项相关的规定，这一部分我们金管会敬表尊重啊。但是我们同仁研究的结果，希望同时也相对的修订其他一些这个条文来因应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今天就请各位委多多给我们指教啊，来希望这个法案能顺利的通过。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大家。好，谢谢李主委。接下来跟我们委员会报告，因为今天在专题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有非常多的会议与会，为了节省委员询答的时间，那我接下来的话，请包括我们卫生福利部，然后经济部，国发
会跟原住民委员会四个单位做专题报告，那其余的报告就请委员参阅相关的书面内容。那接下来我们请卫生福利部吕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大院针对惠普金融之推动方向以办理情形召开专题报告，本部诚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并对委员长期关注与支持社会弱势者金融权益之关心表达由衷的敬意。以下就四项议题提出报告，希望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教。一，近来各界陆续关切社会弱势者使用金融服务权益，如何维持其金融权益，政府部门确实需要共同来重视此项议题。在相关的规范部分，以身心障碍者为例，我国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即已明定身心障碍者之人格合法权益应受尊重及保障，而金融主管机关针对金融机构提供身心障碍者金融商业保险、财产信托等服务，应予规划、推动及监督。此外，《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亦应强调，政府应确保提供民众设施和服务之民间单位，能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无障碍环境，并提供各种适当形式之协助，以确保其获得资讯与服务。为维护身心障碍者金融服务的权益，本部已持续透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推动小组等跨部会的协调机制，协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邀请身心障碍者团体召开会议，了解大家的需求，并督促金融机构推动无障碍金融服务措施，包括营业场所无障碍服务、无障碍网络服务、银行工位网络建置、无障碍专区、无障碍 ATM 等项，以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之精神。此外，本部亦透过社会救助与相关经济补助的做法，如针对身心障碍者提供生活补助、照顾费用补助、年金保险等；针对老人提供老人生活津贴、补助家庭照顾者特别津贴，又照顾低收入户、中低收入及遭受急难救助的受害者提供生活辅助、医疗补助、急难救助及灾害救助，又为扶助特殊经济家庭的妇女、特殊经济家庭的解决生活困难提供紧急生活辅助、子女生活津贴、子女教育补助、伤病医疗补助、儿童托育津贴、法律诉讼补助及创业贷款补助等项目，以共同维护社会弱势民众之经济安全。本部未来将持续协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落实相关条文之内容，并依据实务执行情形予以检讨，推广经济弱势对象之微型保险，以提供身心障碍者平权之友善金融环境。以上报告上请主席及各位委员示意指教，谢谢。好，谢谢吕次长。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沈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应邀驻贵委员会提出专题报告，以下请就这一个普惠金融的推动方向跟办理情形做一个扼要的说明，敬请各位委员不吝示教。普惠金融的重要精神就是为金融弱势群体来提供一个金融服务。国内许多中小企业未能获得银行融资服务，主要原因就是包括中小企业规模有限，缺乏足够的担保品，经营体质较为薄弱，以及业者多为技术或业务出身，往往忽略了健全财务制度的重要性等，导致取得银行融资的困难。国内中小企业占台湾企业家数的 98%， 就业人士占全国 78%， 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骨干与社会安定的力量，更是许多重大创新的源头。在中小企业政策协助措施中，
资金面的资源向来是政府协助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基于此，为了落实普惠金融在中小企业的拓展，本部推动的措施如下：首先就是提供弱势族群跟微小型企业的优惠贷款，那这部分里面就包括应用信保基金，提供高保证成数最高90%及低保证手续费率最低0.5%的相关贷款，包括一办理企业小投家贷款，提供员工未满5人的小型企业的营运资金；第二，办理青年创业及启动金的贷款，协助青年取得创业第一桶金；第三，就是结合劳动部来推动微型创业放款贷款及就业保险失业者的创业贷款，协助妇女以及中高龄以及失业者创新所需的这一个创业的资金。那一个第二个就是跟各地方政府来合作办理相对的保证专案，结合地方政府的资源，目前已经跟6都跟9个县市的政府联合来推出相对的保证融资，协助地方产业的发展，并活络地方的经济。第三，设置地区型的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的融资保证服务，为服务前台的这些各地区的中小企业，本部应用信保基金来设置中部服务中心、嘉南服务中心及高屏服务中心，最重要就是来扩大对在地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保障服务。第四，结合金管会来推动本国银行加强办理中小企业放款的一个方案，借由这个信用保证来提升银行融资的意愿。目前平均保证成数大概7.6%左右，令对营运情况正常的细约的这些企业，它的案件呢，以维持年保证成数为原则，不调降保证成数，来协助我国的中小企业来稳定营运。第五是应用直接保证来强化新兴中小企业取得融资，对于新兴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风险高、获利不稳定、资讯不对称以及资产难估价等问题呢，它的融资相对困难，因此应用直接保证方式来补强中小企业的信用，使它能够更容易从金融机构取得融资。为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本部将持续应用信用保证机制来协助中小企业取得融资，并对于财务体制上不健全的中小企业，我们建置了一个马上办服务中心免费咨询的专线，来提供呢这一个财务诊断的一个辅导措施，协助国内规模比较小、缺乏担保品的微型企业来扩大取得融资。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沈市长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请国家发展委员会高副主任报告。主席、各位委员、新进，大家好。今天很荣幸的应邀列席贵委员会，然后就本会跟本会督导的国家发展基金呢，办理那个普惠金融的推动方向及做法呢，说明如下。我想大家都知道，随着资讯科技的快速发展，数位普惠金融的推动呢，是普惠金融推展的一个新趋势。为了让新创家能够发挥创业的动能呢，强化金融数位化的推展呢，本会正在积极推动亚洲矽谷推动方案，将由人才、资金、法治、场域等各个层面呢，强化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其中有关资金协助的方面呢，政府除了会活络创新资本市场以外呢，将加码早期投资呢，以协助创业者度过前期募资的高风险。那以下是就本会督导的国发基金推动的创业天使计划的推动情形简要说明。那创业天使计划是在102年正式启动，框列了新台币10亿元，主要是希望协助呢，规划于国内成立独资合伙事业或公司者，或成立未满3年的国内独资合伙企业呢，它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跟经营的协助。目前已审议通过已审议2089案，通过257案，累计辅导的金额达到8.24亿。
那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国发基金配合行政院在103年九月公布的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呢，我们也通过了行政院国发基金协助社会发展投资作业要点，也是框列了10亿元投资于社会企业的创业投资事业。那这些创业投资事业投资的这个范围呢，基本上涵盖加速地方社区发展、提高地方就业机会、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等领域。那目前呢，其实本案已经陆续有数家这个创投来洽谈，其中一案已正式提出投资申请，目前正在进行投资评估审议的程序中。那国发基金除了为了协助国内中小企业跟文创，其实我们也委由经济部办理的加强投资中小企业的实施方案，还有文化部办理的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等实施方案。基本上我想公平正义是举世追求的普世价值，政府在推动经济成长的同时呢，一定会确实落实创业就业分配的施政理念。那本会将持续落实推动亚洲矽谷推动方案，强化数位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必然提供民众更普及多元的高品质金融服务。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好，谢谢高副主任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一万副主任，副主委，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诚邀报告本会原住民族金融业务的推动情形，深感荣幸。首先感谢大院以及各位委员长期以来对本会业务的督导与支持，使原住民族事务能够稳健推动，并展现本会替族人解决财助问题的决心。长期以来，原住民族因为经济条件的落差，往往很难由一般商业银行取得家庭生活或创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国内金融机构的服务据点也大多集中在都会地区，所以对居住在部落以及偏乡地区的族人来说，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更显得重要。以下仅就本会以保障原住民金融禁用权为目标所推动的各项工作进行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首先，针对运用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办理专案贷款，目前本会所主管的贷款项目包括经济产业、青年创业、微型经济活动贷款等三项。贷款资金由基金全额出资，完全承担风险，以确实改善历来族人申办贷款难以通过金融机构审查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本基金累计贷放超过20000件，金额超过80亿余元。近三年，每年平均贷放都超过2000多件，金额也达5亿余元，显示本会贷款业务执行绩效有逐年提高的趋势，并且已经成为原住民族重要的贷款来源。第二，建制专业化的原住民金融辅导团队。我国商业银行的服务据点多集中在都会地区，很难兼顾原乡部落地区的贷款需求。为了弥补国内金融机构服务据点的不足，并且落实本会在地关怀及陪伴辅导的金融政策，本会从105年开始，在全国设置30名原住民金融辅导员，建构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团队，采主动出击式的服务理念，一对一专案辅导模式，提供整合性以及及时性的金融服务。第三，结合储蓄互助社推动原住民族互助金融业务。我国现有的储蓄互助社素有台湾版平民银行之称，它的经营方式有别于一般商业银行，除了服务据点深入各地原乡部落以外，他更注重储蓄习惯的养成，而且社员是以共同关系为经营主轴，采信赖互助方式共同治理运作，因此比一般银行更能提供在地的便利服务，发挥部落银行的功能。
目前全国总计330家的储蓄互助社里面，由原住民组成的储蓄互助社达109家，社员也超过6万多人，逐渐互助式金融对原住民的重要性。为了金融服务得以深入各地原住民乡部落，达成普惠金融的政策宗旨，我们也从民国99年起，跟全台储蓄互助社合作，推出原住民生活周转金的贷款、原住民助学贷款、小额信用贷款。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贷放超过8500件，金额也高达4亿2000万。确实帮助原住民族社员顺利取得小额贷款，解决家庭生活的困境。为了深化与各地储蓄互助社的合作，达成总统推动原住民族互助金融的政见，我们也在8月18号颁布奖助储蓄互助社作业要点。除了原本的生活周转金贷款以外，我们更进一步开办青年创业、合作社营运等专案贷款。同时针对有原住民所成立的储蓄互助社，推出开办费、设备费以及行政人员薪资的优惠补助，主要鼓励更多族人投入储蓄互助运动，进而达成资产的累积以及经济自主的目标。最后是我们落实总统政见，积极筹设原住民族互助银行。为了落实国家原住民族金融政策，促进原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障我们族人金融的权益，并且培养我们族人的金融人才，我们正积极推动原住民族互助条例草案的立法筹备工作，内容将会以总统政见的互助金融为核心，引进公益互助的经营理念，将有别于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地位。此外，为了扩大原住民族互助银行的服务网络，将与各地现有的330家储蓄互助社策略合作，扩大我们的服务路通路，并借此强化原住民储蓄理财的正确观念。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指教，谢谢大家。好，谢谢一万副主委的报告。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开始询答，每位委员有8分钟的时间，得延长2分钟。我们在上午10点截止登记。请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忠委员咨询。曾委员请。请议事人员处理一下，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谢谢主席。谢谢。麻烦请李主委。主委请。曾委你好。主委好。在讨论今天普惠金融之前呢，先给你讨教一个问题，就是外资的动向。先请教主委，现在外资持有Outstanding 就是到底现在外资持有国内的股份百分比例多少 ？Outstanding 多少？差不多30%左右。多少？30%。不止，40%左右。哦，那每一天的交易量啊，每一天交易量是30%啦，但是 Outstanding 大概上市上柜平均加起来将近40%。好，所以外资的动向会非常影响股市的动荡或者涨跌幅。那另外 MSCI 又调降了，连续13季调降。那本来讲法是川普当选之后 Fed 会延后升息，但是现在最新的预测是可能会加快升息。那请问主委，现在外资到现在外资累计汇入在台湾现在有多少？
大概有2008亿。对，大概2008亿。确定2008吗？2028亿。对，2028亿左右。啊、假设我跟你讨教的问题是：假设美国升息，那这些外资有可能会大幅撤离台湾。请问主委，这个情势，金管会想好了没有？要怎么因应？有没有具体措施？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可能发生的现象啊。但是其实这个外资，因为这次这个选举的美国选举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它对台湾市场影响事实上不是很大啊。那讲刚才提到这个。可能要有具体的措施哦，你不可以哦，以不变应万变哦。到时候一撤离的时候，会对台湾的股市造成大幅的波动。这样我们在你可能要想好各种因应的对策。因为这个有可能两个趋势了哈，一个趋势就是美国这个真的升息了，或者美国股市大幅这个提升，那这个外资有可能跑到美国去。那这方面的所显示的现象就是表示，世界整体经济是在恢复的。那世界整体是总体经济回温，那个是中长期，但股市可能是一个很短期的现象，这两个不可以同日而语。那我来请教局长，你有没有相关的因应措施？具体的讲，比如一二三四是什么？可能要有啊。你不能等他真的是撤离之后了，你会束手无策哦。局长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先是讲说，过去我们有分析过，这个过去美国升息对我们股市的影响，我们发现过去升息外资都没有大量撤离我们的股市。那所以呢，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股期市会议，随时都在注意这些相关外资的动向跟股期市的变动。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稳定股市的措施。但是因为这些措施，好，是您稳定股市的措施，具体的讲，有什么措施可以提出来，可以因应这个趋势？如果是股市有比较不理性的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提出来，就是鼓励公司这个业绩发表会，然后实施库藏股。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对信用交易呢会做一些限缩，然后扩大信用交易担保品的这个范围。然后我们可能会调高融券的保证金成数等等，但是这些的只是一个短期的稳定信心的一些措施。那我们是觉得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其实股市是相当的稳健，那应该还不至于有这个需要采取这些措施的。我赞成，你要去盘点说你金管会底下各局，或者是证监局，或者证交所，到底有哪些筹码？你必须把它盘点出来。到时候跌多少，用什么药，要采行什么措施？我希望主委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因应，希望能够万一有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可以足以因应整个股市的波动。主委，您说你的看法呢？我们内部除了我们金管会很积极在努力研究各种对策以外，当然我们会协调这个中央相关的部位，譬如中央银行啦、财政部啊，这样一起来努力。好，谢谢。下一个是今天提到的普惠金融，比如说个人贷款平台 P2P 的部分，美国过一阵前以前非常的流行，比如说 Lending Club， 它股票曾经大幅的上涨。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表现不好，已经下跌的股价跌了50%，另外裁员28%。中国大陆的部分高峰的时候，这个 P2P 的平台超过3000家，但是已经倒掉了，已经有1000家。那跑路的跑路，那还有人衍生钱，透过 Peer P2P 去借给个人的部分，也产生跳楼的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大概国内的部分现在已经有开放专营的 P2P 的业者有三家，比如说乡民贷、信用四级等等。请问主委，金管会对这种 P2P 的监管的立场或者政策上的立场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 P2P， 所以会有它这个产生的这个背景，最主要就是部分这个贷款的边缘户不是很方便可以得到贷款，那就有这个机制的这个产生，就是设合这个出借者和借款者来一个。那我问主委，您会不会纳进来金管会监理，还是现在归其他部委来监理？不会，金管会会重视这件事情。重视这件事情，那你现在无法合管，你要立专法，还是要怎么样的法去来管他们？就目前有一些规定，我们对这个 P2P 的发展，我们是画了这个几道红线，他不要逾越，那我们再观察他的变化。那到时候会立专法还是不会立专法？这个要不要立专法？因为 P2P 到时候要不要把它纳入这个沙盒的作业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观察。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报章杂志有披露，民进党党部或者是行政院有在研究，要让开放台新金要以公开收购的方式，或者增加持股的方式来取得彰银的经营权。政策上，请问主委，你赞不赞成让台新金以公开收购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持股来取得彰银的经营权？主委，你的看法？台新金和这个财政部都是现在彰银的大股东，那我们希望他们透过公司内部这个运作方式，两个大股东能有协调一致的意见，对未来这个彰银的发展有共同的意见，那假使能有共同的意见，我们财政部是乐观其成的。那至于假使台新金最后来申请要增加这个股份，那我们会依法来处理。对，依法当然金管会当然依法处理了，但是他依法来申请，请问主委，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恐怕目前我讲赞成或不赞成，这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部分我们必须尊重财政部的立场。财政部的立场，我前几天问过了，他不赞成。那假设财政部是不赞成的情况之下，主委，你赞不赞成？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台新提出的计划，我们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定来审核。那我可以这样解读，你有可能你有可能同意台新金以公开收购的方式，或者增加持股的方式取得彰银的经营权，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应该不会这样吧？那不是这样子，那是你不赞成，他赞成还是不赞成？我还是问一下。这个行政机关是一体的。那内政部的财政部的意见，我们会从跟他来沟通，采取我们应有的对策。所以你也会赞成财政部的意见，也就是不赞成也不同意台新金以公开收购的方式，或者其他增加持股的方式取得彰银的经营权。现在讲这样是有点言之过早了，我觉得还是他们双方大股东去协调一致。不会言之过早，因为你这样跟前面的会是矛盾的。前几天我已经问过许部长，他是不赞成。那我现在问您，是您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那我们尊重财政部的意见。好，这表示你也不赞成，对不对？主委是不是也是不赞成？我现在不方便就把这个答案这样子公布。不是哦，那你这前后矛盾啊。不会，你说尊重财政部的意见，财政部是不赞成。那您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们是希望两个大股东能有合意一致的意见那你合意了，财政部已经不赞成了，那我就问你，同不同意财政部的意见？那就金管会的立场，金管会是对金融监督公权力的行使，那财政部它代表的其实也是股权的一个行使，那台新它也是一个股权的行使。所以我们还是依法来处理。
那主委，你这样前后矛盾的、啊。没有啦。一下要尊重财政部的意见，那我才问一个问题：你到底尊不尊重财政部的意见？那当然就，行政团队来讲，我们当然要尊重财政部的意见。那你赞不赞成财政部的意见？那假使财政部的意见跟法律规定有所违背的话，我们还是要依法来处理。他的意见不会跟法律不一致，只是在政策上决定。那我们是希望来尊重他。好，所以你是会尊重。最好他们两个大股东要有协调一致的意见。好，你会尊重财政部的意见。好，谢谢。好，谢谢曾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有请主委。主委请。以及法律事务处原代理处长。代处长，请。代理处长、原处长。你方便讲话吗？可以。好，黄委你好，我首先跟你报告一下哈，那个我们黄代处长他因为动过手术，讲话不是很方便，那必要的时候我请他提供意见，我来说明。那这样子，袁处长你就先请坐了，对不对？你动过手术，我让你站在这边不好意思，您先请回坐，没有关系。嘿，你看到时候如果主委需要帮忙的话。是。尽管会任何的人能够协助回答问题 的，就自动上来。我们请其他的处长、上来。可以，好，没有关系。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请其他的相关同仁来协助。谢谢。主委的回答。OK， 好，来请。第一个就是针对今天王荣章等十六位委员提案删除会计师法第六条第一项第四款，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那不得充任会计师这样子的规定啊，本席是尽表赞同。那我觉得这大概延续着我们对于记账事法一路下来啊的修正，对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在选择职业自由，特别是担任会计师的这个部分的权利啊，非常的有帮助。那不好意思，因为等一下今天审这个法条的时候，我要到其他的委员会啊去审其他的法律案，所以我虽然不在场，但是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先表示我对于这个。法律啊的看法。好，谢谢黄委员的指教。那下一个啊，就是说今天你们所提出来的、啊、这个报告啊，其中在第四页当中，就普惠金融鼓励金融机构与金融欠缺服务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啊，这个办法是有啊，但是主委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过去这几年在推动到偏乡地区的偏乡金融，金管会认为具体的成效是怎么样？好，我先跟黄委员说明一下哈，这普惠金融当然可以分两部分来说，第一个是对人部分，人的部分我们希望对这个残障的朋友能提供跟一般没有，现在我只讲偏乡的金融，你只要 focus 在偏乡金融就好了，指的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乡镇市，他没有金融机构设在那个地方，甚至连 ATM 都没有。那在过去啊这几年当中，当然联合报系他们的希望工程里面曾经推动过偏乡金融嘛，那借由民间企业他们自己的努力，那在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具体的成效。但是啊，本席看几年以前啊，一样是我们财委会啊的委员，那现在当然他已经离开了立法院，他的观察、啊、是说，台湾现在对银行资源的配置，如果没有像美国一样进行强制化的规范的话，城乡差距只会越来越恶化，而且会损及国家竞争力。那我不知道啦，过去这几年金管会在推动偏乡金融这件事情具体的成效是什么？因为今天我只在你们的报告里面看到了你们一个政策上面的宣示说要推动嘛，啊、问题是你们列的办法也有好一段时间了啊，推动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什么？好，我跟黄委员说明一下哈，从1996年到2005年，我们金管会一共核准了这个偏远地区设置这个金融服务据点有四十个地方，其中这个银行就是当然是本国银行有26个，
信用合作社有14个。没有啦，你现在总共的是说多了这么多嘛？嗯。那少的你有没有统计？离开的还不够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当然最主要是华东地区啦，还有这个像还不够的地方啊，还不够地方的名单，你们现在有没有掌握？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比较偏远地区，大家没有啦，不好意思啊，主委，你卖到我讲迄个抽象的物件啦，我问个就具体的啦，还没有的地方你有没有掌握？会后提供一个名单给我好不好？我们在300多个乡镇，大概有63个是属于所谓的偏乡。没关系，你把具体的名单会后给我好不好？好，来下一张。好，我现在要跟主委讲的吼，除了偏乡他们没有金融机构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ATM。对，因为特别是在偏乡地区啊，你大概很难期待说住在偏乡地区的人，大家都会用 online banking， 都会用线上银行去做申请嘛？啊你连一个 ATM 都没有，对于他们提领现金啊，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请主委哦，就是说在看偏乡地区，你们除了鼓励设置分行以外，就设置 ATM 的这一件事情啊，你们看可不可以进一步的采行一些措施去鼓励？会，那这个部分我愿意给主委时间。那你们会后再提供书面资料给我，因为我今天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再下一张，啊，我现在直接就跟你讲哦，在我自己的选区里面，有一些新北市的七星区啊，像在贡寮，像在瑞芳，那比较靠海边山边的那些地方，那边的居民他们面临现实的问题是什么？现实的问题是连 ATM 都没有，啊，好不容易有一个 ATM 啊，是邮局设的 ATM， 现在被撤走了。那我们之前一直协调说，欸，希望邮局啊，说拜托你在那边设一个 ATM 好不好？这个邮局发函回来啊，说你要我去设可以，第一个你提供场地，第二个设的钱要请你自己出。那我看到这样子的内容，我当然我知道邮局他可能有自己的成本考虑嘛，但是你要求偏乡的居民先自己凑钱出来，然后他才愿意来设 ATM， 显然跟今天金管会要推动的偏乡金融这样子的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我今天利用质询的时间，我特别拜托主委在这个部分，金管会能不能够回去想想看有什么样子的办法去鼓励金融机构说，欸，你在偏乡地区你如果没有办法设分行，你最起码设一个 ATM， 让那边的居民有钱可以领，这样好不好？我们会用一些行政的优惠措施来鼓励金融行库。好，我拭目以待啦。是啊，这件事情我希望可以跟金管会还有跟主委一起努力，一起合作。谢谢黄委。来下一页，下一个，我就要问很严肃的问题哦。今天投保的人，我看名单上面似乎是没有来。那不管是谁啦，就是要来上去上面协助主委都一样。我上一次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我是善意的给投保建议啊，我很明确的跟他们讲说，在法律上面他们没有权利去胁迫那些投资人说，你如果撤回对中国信托和解的授权，其他的案子我通通都不管。你这样子的方式是什么？你这样子的方式啊，等于是说在分化，在胁迫那些投资人，你们最好乖乖的待在里面跟中国信托接受那个5亿的和解方案，要不然的话，你们要撤回也可以。你一旦撤回了以后，对于其他现在已经知道的被告或潜在的被告，接下来投保中心通通都不管。金管会支持投保中心这样做吗？我跟黄委说明一下，这样的做法，没有一点要胁迫或者分化的做法。但是这是从诉讼技术和这个法律，这个法院实务作业的来考量。你说从诉讼技术跟法律实务作业嘛，那现在我就其实投保中心的人吼来找过我，我也很明确的跟他们讲，我也很明确的跟他们讲，在法律上面他们是绝对没有权利这样讲。那他至于说连带债务人彼此之间应负担分配的内容的部分啊，那更是胡说八道胡扯啊。我为什么说啊胡扯？因为每一个债务人对于债权人受损的金额都有负全部赔偿之责任，他们自己内部事后要怎么样去归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从每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是，每一个应该负责任的人，每一个请求权基础要件具备的人，他们就是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请求全额的赔偿。那我现在还是继续善意的告诉主委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金管会最好跟投保中心再继续商量，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做的话，接下来投保中心会面对两个很困难的事情。第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投保中心可能自己会变被告。我为什么说投保中心自己会变被告？因为有一些投资人他们已经准备好存证信函发给投保中心，跟他讲两件事。第一个，对中国信托你们私下和解的部分我们不接受，我撤回授权。第二个，我之前已经授权给你要对于其他债务人去求偿的部分，你们要继续的做下去，你不可以任意的拒绝什么，拒绝我授权的委托。那你接下来马上就会发现到会有什么法律问题，是投保中心如果执意蛮干，他违反了投资人对于他们的授权的委托，说我不管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帮你处理，那接下来投保中心自己会变成什么？自己会变成被告。这个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等于是很善意的，上一次已经提醒过投保中心了，结果他们回去了以后找不到法律的依据，然后写了一堆胡扯的东西，现在还继续不愿意这样做。那我可以跟主委讲的是，这件事情雪球一定会越滚越大，如果金管会没有预先的去做防范这一件事情的话，你们不会解决问题，你们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大。谢谢黄委员的指教。我想这个刚才黄委员的见解，我们会请消保中心好好研究，必要的时候再邀请相关的这个。不是啊，我就很明确的跟你讲，明天人家就要出来抗议了啦。你们到目前为止还提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法律上理由，说你如果不接受的话，我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管你。啊，你说这不是胁迫，这不是分化。主委，我建议你就是找个时间跟这些投资人见一见面，听一下他们的心声，让他们告诉你说他们现在被分化或者是被胁迫的感觉有多重，他们为什么会逼着，他们为什么会逼着接下来准备要对投保中心发出存证信函，郑重的警告投保中心，你如果敢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任意拒绝，任意撤回我本来对你法律上授权的委托的话，那投保中心接下来会面临相当大的法律风暴。我想投保中心的出发点应该是赶快消弭社会的这个纷乱。那对 啊，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他没有消弭啊，他只是让问题越来越大。假使另外一个声音我们会请。当然啦，我的预测到底正不正确也要时间检证嘛。我今天还是利用质询的时间很善意的提醒金管会这件事情，赶快介入积极处理。那谢谢黄委员给我们的指教。好，谢谢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睿委员质询。麻烦主席，麻烦请金管会李主委。李主委请。吴委你好。主委早。今天有媒体报道一个很大篇的篇幅报道说，中资银行的贷款多过存款啊，这个标题看起来非常的耸动。这是美国标准普尔市井。中资的银行就是中国的银行啊，如果贷款多过存款，里面当然详细的内容讲说，大型的前五十大是到高达80%，那小型的甚至超过100%。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所借贷的金额，贷出的金额比你本身银行的存款还要多的话，那只要发生任何风吹草动，银行存户要来领款啊，基本上就挤兑，一发生根本就连这个连抵抗的余力都没有，马上倒闭啊。所以会不会让你觉得说，在我看起来觉得很耸动，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那诸位，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么的接近，是，那台湾还有很多的银行在中国有分行，那如果这样的状况发生，要不要去做一些了解跟做一些预备？
这样，当然这个牵涉到大陆银行本身存放比的问题哈。但是就我们台湾银行在大陆这个贷款的这个铺险部位来说呢，就目前的法令规定，就是说不能超过我们银行总值的净值的这个一倍。可是这个最高点，我记得是104年2月啊，104年2月的时候是0.7。可是到我们上个月为止，我们观察的结果已经下降到0.4。这个我知道了。我现在意思说，因为你如果在那边开分行哈，是，它分行跟总行之间如果没有一个防火墙，没有一个防火巷，分行出的问题会延回烧回来总行嘛。跟过去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本席就一再要求，我们对于在中国的这个分行也好，在中国的影子银行、银行也好，就所谓的这一些的这个租赁公司啊，还有对中国那一边的保险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制定一个防火墙的机制，不要让这个金融互通之下，那万一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险，延烧回来台湾，台湾的体质跟他们比起来大小差这么多，我是感觉受不了了。其实两岸之间这个金融机构的互相往来，或者在对方设分行等子行等等情形，目前来往的情形其实是正常的。子行我不怕，子行就是有防火机制啊，那但是分行没有、啊、那就是分行目前大概我们在对岸大概有27家啊、那27家我们会注意来观察啊、对，诸位你注意听我的问题啦。我也相信你会注意观察。对，我的问题是长期要如何建立防火墙的机制嘛？是，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这个金融危机哦，每一个人的判断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可能不会发生，有的人觉得迫在眉睫。那常常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如果照标准普尔今天这个市井如果是真实的话，那我会觉得说，这个硬着陆的风险、金融的危机，恐怕比有一些乐观人来讲，这个报道是比较悲观的嘛，而且是严峻的嘛。所以我是急得要跟你报告啊，希望你能够来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机制集思广益哦，让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金融机构之间，能看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防火墙的机制，不要万一那一天有一天那边硬着陆失火了，延烧到台湾来，那我们台湾就倒霉了。就目前的规定来讲，我们对大陆分行去这个提供贷款的时候，我们那个贷账准备率是把它提高的，比国内还来提高。我们现在要求要1.5%的这个贷账准备。啊，至于其他还有没有更需要的方法哈？你讲的是个案了哈、我讲的是通案。中国现在的房地产，这两三年来累积了很多倍嘛，那万一发生金融风暴，这个泡沫会破，整体的资产会萎缩，那这个问题延烧起来是整个集体性的。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谈哪一个个案，你是不是贷款上面有没有比较严格的标准，这个我知道你们有很认真在做，我谈的是说制度性上面怎么样去建立防火墙的机制，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已经问了很多次了，从曾明忠当主委的时候就一直问到现在，这个都没有答案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那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你们可以回去研究看看？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呢、这些贷款风险事实上是可以控管的啊。那至于有没有要整体性来做这个考量，我们会注意来研究。好，另外再跟你请教哦，我们那个电子支付，到现在台湾虽然有5家，不过到底营业的有几家？开业的有3家。开业的已经有3家。啊，开业有什么时候开业？这个是不是请我们汪局长来说明一下，好吧？好啊。在上个月已经开业了3家，那还有一个下个月。所以从以前开始讲到现在2年了，才开业3家了。在那个电支条例在去年通过之后，去年5月通过之后。那他们都积极在筹备，然后现在是正式开业，上个月正式开业。那开业，他这3家占的比例多少？占比在台湾的电子支付里面？这个我们是不是？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哈，外国来台湾的这个电子支付啊，非常的业务非常的庞大，包括这什么
Apple Pay 啊， Samsung Pay 啊， 啊什么这些外国的这个中国的那个什么支付宝啊，什么易付宝啊，一大堆，而且他们业务量很大。那台湾的电子支付相对的它比例这么少，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外国的这些支付工具、电子支付工具来到台湾，他要遵守的法令跟台湾的业者要遵守的法令一样？你跟我表达看看有什么不同？应该是一样。不一样啊，如果一样的话就不会差这么多了。因为外国的支付系统你没有遵守台湾的法律嘛，不用遵守台湾的法律嘛。那台湾的法律定的比较严格嘛，这个是问题的所在。这个问题造成一个什么原因？本来照理来讲，台湾的政府应该是要保护台湾的业者。这个就是跟我们以前一直谈到为什么股市那么多外资一样，因为外国人的税率，外资的税率比台湾本国人的税率低很多，所以就算本国的资金也会外逃，然后假装化妆成是外资进来啊。这就是内外经商税负的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是说，你们应该更广泛的了解。我据我所知的，韩国如果参加电子支付的这些公司啊，他还有奖励，他还有税负上的减免的奖励。当然，税负上减免的奖励不是金管会在管的，是财政部的业务。但是我的意思说，一个国家如果认重视这个产业的话，不但应该要扶持他，他在国内上还要给他法令跟他税率上的便宜，让他的竞争能力要高过其他的国家的外商。就台湾很多地方都是做相反，台湾定了一个很严格的法律，要台湾的厂商遵守，但是没有办法要求外国的厂商来遵守，使得外国的厂商如入无人之境了，然后台湾的厂商就自爱难行，因为那个在市场上面的条件不同，所以这一点才是我觉得问题所在的，不然的话不会电子支付系统这个事情已经这么久了。结果我们自己国内的厂商就很难行动了，谈了法律也通过了一年半多了，三家，我跟你讲，三家市场都在刚开始，而且它的规模都很小，是台湾人特别笨吗？台湾人不够努力吗？都不是，是条件不同，所以这一点是应该要去检讨。如果我们政府不能要求外国的支付厂商遵守台湾的法令，那台湾的本国厂商绑死自己，被自己的法令绑死，这中间的落差如何去取得平衡？至少也要有维护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一个游戏的公平的这个经商环境给我们自己国内的厂商，不包括我做差美啊，各好更加严苛的条件。好，所以我觉得金管会这一点是不是继续研究了？好，法令绑得太死，你如果要学说一定要实名制。事实上，现在在网络世界这一步还很难做到。那中间的落差要怎么处理？好，好不好？好，委员的指教，我们会来研究。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主委好吗？这位如果需要旁边帮忙，你随时请你的同仁帮忙。好，谢谢戴维。那个我看到的相关的资料说，你们在认真的跟美国交涉，然后要年底以前要签所谓的肥咖条款，这个进度怎么样？这个我们跟财政部都在共同努力啊，跟美方相关的这个单位来协调，积极协调。年底可以签得成吗？当然，我不方便在这边预测可不可以，但是我们会努力。是不是非常正面？应该会有正面的发展。我要提醒那个主委哦，你都很清楚哦，我们相关的保密在摆漏，我们的国内法《银行法》48条定得很清楚哦，你对所有的资料是要保密的哦。对。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履历史给？那就很多模式，怎么样交给？这个美方是不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当然，这些就是住在台湾的有钱的美籍人士，
他要怎么克，我没什么没什么太大意见，我只是提醒你，这个在跟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台湾的法律。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好的互动，我们这个希望这个能达到彼此都满意的结果。所以你几乎讲说年底以前可以签得成。我不方便这样的预测，哎。哦。啊，往这个方向努力。是往这个方向努力。往向努力。是是。那用什么样的模式？用什么样的模式？这个不是机密的。当然，跟美方第一个在国内，我们必须跟财政部来充分的合作啊，大家互相配合。那美国我们应该交涉的单位，我们也会去努力来交涉。我提醒，一直在提醒说，国内的法律、国内的法律，我们不要变成在日本福袋食品的，我们感觉像这个日本的阿皇帝一样啊，我们不要变成美国阿皇帝哦。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哦，这个怎么样防止反避税，我们赞成，但是不能够丧失我们的主权，丧失我们的国格。这个、啊、提醒诸位啊，要特别注意这点。我们会注意。好，第二点呢、啊，第二个，这个这里说，你们在抱怨我们证交所痛失呀 WFE 啊的董事啊，这一部分你要不要讲一下？世界交易所联盟呀 WFE。我想这个大家从媒体上已经知道，我们原来代表的旗帜现在没有了哈。那当然，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啊、哦。不过，这一方面，假使我们能在那边有一个席次，那当然对我们是有个加分作用啊、哦。那假使说现在席次没有了，但起码我们还是会员。我们的席次被谁拿走？泰国。泰国，上市加速只有台湾的60%，实力差我们这么多，怎么被他拿走呢？那个，你当然讲说啊，这个政治因素啊，我们这样什么事情啊，关联了、啊，两手一摊250，反正都中国大陆打压，两弄一台啊。事实上，人家包括你们亲绿的媒体啊，都在批评啊，我们证交所不够努力啊，没有去拉比，没有去拉票，没有去认真捍卫他的席位啊。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追究一下？那个诸位啊，因为证交所现在还没有给我完整的报告，那证交所有努力不够的地方，我们会要求他。要努力，人家媒体批评你们了，而且是亲绿的媒体批评你们了、啊，说我们不努力啊，不能老是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打，中国大陆何时不打压？中国大陆何地不打压？他时时刻刻打压，处处打压，我们还是有生存之道、啊。当然，这个跟我们政治处境还有我们这个经济实力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要先讨改进、我们。这个组织难道是政治组织吗？这个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啊，不是啊，对不对？对对嘛、啊，非政治性的组织，是不是？那这边弄掉这物件，好像就整两亿啦，憨蛮啦。当然这个不能怪你啊，因为你刚上任没多久，但是你有责任要追究。明年有没有信心把它拿回来，重新把它取代？我们会来努力，跟交易所来努力，你要企图心啊，说明年我再拿回来。台湾的经济实力当然要拿回来，就我们量要增加啦。对，我们的量这样子、啊。好，第三个，我们这个也许相关的保险的长官可以上来哦。你们有保险局的长官都过来。请李局长过来一下。有的话哈、啊，今天讲到普惠金融了，就是照顾比较弱势的哈、啊。我提了两个很重要的弱势。这个我们当然，这个李主委啊，春秋鼎盛啊，年纪还年轻啊，跟我们主席差不多而已哦，还年轻哦。我们年纪大的哈、哦，现在你们在推一个东西啊，叫逆向房贷，你知道吗？逆向房贷啊，我知道。过去推的效果不好，最近奇怪了，最近我们银行开始热门起来了，对不对？这个和库推了，抖音推了，大家认真推了哦，说这个东西等等的哈、哦，逆向房贷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保障年长者他的晚年的比较属于经济无缺啦，经济无余哦。现在状况怎么样？逆向房贷。那推行情形是不是请李局长来说明一下？好，你讲，好，逆向房贷。好，这个是银行局的业务。
那银行局来，让去银行局吧。哎，保险局不要走，保险局等一下还有问题问保险局。银行局来了吗？目前那个蛮多家银行在办理的。件数怎么样？你满意吗？那个件数我带，那个是不是待会提供？我跟你讲，这个利益很好，但做得很糟。我现在告诉你，做得很糟。到目前为止，总共申贷400多件，核贷280件，总共贷款金额17亿而已，很少啊，很少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因素了，大家想说，房子留给儿子啊、孙啊，这个有关系的、然后什么等等的啊，对不对？但是这里面牵涉到了一个东西，大家觉得说，这个长照，这个也可以帮忙长照啊，诸位，你要不要关心一下这个事情？当然，这个哈、在我们民众接受程度，这个有待加强啊、那这个跟我们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就像说，年纪大了，在乡下的老年人，他假使想要住到这个养老村，他会抗拒的，儿子也会抗拒啊、但这个文化要慢慢改过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都会热、乡下冷了、好，另外一个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家庭有子女，他是身心障碍者，是，父母心里怎么想？心里想哦，现在我在照顾嘞，万一哪一天我们两老走了，谁照顾？对，所以这个我也因为这样子，我就修了一个信托法、信托业法，都修了。是，就是啊，以下来讲到，如果刚刚讲的，我小孩是一个 handicap。然后呢，我一走以后，这个钱呢、就被 A 走了，被我的兄弟姐妹就 A 走了，小孩子丢给政府啊，就当人球，你知道吧？当人球，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我修法都修了，可是效果还是很糟，就基本上银行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我说是，我还就是有 disabled 的这个父母亲。是有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亲，他在生前他就信托，让银行说每个月以后多少钱给他的小孩，这样就可以照顾。可是银行都不愿意做，为什么？因为哦，他没啥钱了哈。那我现在就请教诸位，你上任之后看起来，我也并没有看到比较伟大的政策，这个政策能不能你来关心一下弱势哦？能不能相关的银行的相关的费用，我们补贴一点可以吗？银行业一年赚几千亿，补贴一点啊，你这金管会补贴一点，然后让这一部分啊，其实这个人数不少哦，而且因为这样子造成人球也不少哦。好，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跟赖委员说明一下哈，正好这个。我过去在高雄银行就很重视这一块的问题。好，你可以发挥。那高雄银行确实在这一方面走出自己的路啊、他们对这个你讲的这个弱势团体的这个信托的财产的信托啊，他们是可以讲不计成本，到现在为止我知道只要30万就可以信托啊，所以这种做法，他反而为高雄银行创出一条路。我想这方面我们会鼓励其他的这个银行来。那你要不要把高雄银行做法推到其他银行？对对。啊，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啊，你权利这么大啊。这个请他们参考。现在我们会什么时候开始推？我们会透过这个金融研究院来推广这件事情。我再告诉你一个，这个人数不少哦，对，而且被当人球的也不少哦，你统计一下。这个要银行配合，要各地方政府的社会局要介入。对，也就是说，他这个信托过来，要谁在 auditing， 谁在监督审核？他一定银行要把钱给那个他的下一代，给那个小孩子、handicap 的小孩子，那就是这一些的社会局来监督这个事情，才能够落实。那个赖委员已经指出正确的做法。那你高雄银行就是跟高雄社会局开始合作，然后才推出他们自己的做法。好，那你就推到全国吧，好不好？是，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先做预告，等会请在
余婉如委员咨询完之后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卢秀燕委员咨询。主席，麻烦请李主委。主委请。卢委，你早。主委，我想请教一下哈，你知不知道川普对于这个利息的看法，对美国利息的看法？抱歉，因为外面很吵，我这边听不清楚。你知不知道川普对于他们这个汇率或者是升息与否的看法？当然我们有注意，有在注意啊。那是什么呢？他起码川普对这个物流业还有这个不是我在问川普对于升息利息还有汇率的看法，现在并不明显，还不明显。哪有？我现在就要问你，所以你都没有看电视新闻，你也没看报纸，你有没有看川普的这个政见哈？因为川普已经当选总统，那未来美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对全世界都很大哈。对，川普对于一长期以来，他对于美国这个低息啊，一直有维持。对，一直都有维持，他觉得太低了哈。对。那今天你知道这个联准会的这个耶伦呐、你知道他今天要去美国国会作证，你知道吗？他今天 要去作证，没错。但是因为 FED 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那会不会受到川普竞选时候，尤其是竞选时候政见的影响？这个我们还要观察。那你预估这个下个月，因为美国下个月他们联准会又要开会，那你对于美国的这个升息与否以及汇率有什么样看法？有什么样预测？当然，现在各方在预测了，这当然只是预测啊。好像说美国这个要升息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是。那如果美国升息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准备？对台湾的冲击跟影响是什么？当然，美国这样子升息，也许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我们国内一些资金，尤其是外资，可能会回流到美国啊。那这个可能也许的，对我们的股市，对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是短期会有影响。但是长期来看，美国会升息，或者是它资本回流，那代表美国的这个经济是回温的，那对我们台湾事实上是有互补作用。不错，你上手很快，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签到的时候，那有些委员在准备一些质询题目，那他们就开玩笑说，有的题目不要问你，因为免得把你考倒了。那我刚才那题并不难啦，那我本来就有点担心你连简单的都不会。结果没想到，哎，不错，上手蛮快的哈。那你也注意到这个美国有可能会升息，这个这方面比较性比较大一点点，当然也不一定百分之百。那但是如果它升息的话，很可能它的资金会回流。那在我们各部会里面，对金管会来讲，对股市来讲，冲击可能是属于比较大的。所以政府，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短期会有影响？那这个短期会有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呢？会多大呢？这个多大当然还在观察，不方便在这边预测啊、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结合，譬如说交易所啦，或者他正还相关的这个业者来注意这个问题。那目前在研究的问题里面，当然很多很多的建议，包括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民间的这个意见，总是希望在税方面有一些优惠的措施。那这方面我们会已经积极跟财政部在研究啊，那可能在比较短的期间内，我们会把我们金管会的看法和业者的一些看法汇整起来，然后我来就教于财政部。是，那你担不担心说我们的股市交易量跌到500亿以下？当然跌下去是不好的结果，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还是能保持乐观。对我们的股市 有信心，因为基本上它的基本面是很好的。对，你知道过去啊，台湾在这个好的时候啊，股市2000亿不是太难的事情。是啊，那后来跌到1000多亿，那后来就进入千亿之内，那现在600亿、700亿、800亿变成一个常态。是，你希望你当主委的任内，我希望你是个福将。那当然，光靠福气也不行，也要靠用心。你希望你的这个任内多久可以达到千亿以上？
这方面抱歉，我不方便预测哈。而且这个，当然我们目前是有一些重要的措施，那都在研究中。那假使我今天就在这边发表，恐怕也不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在500亿以下，你就要面壁哦。那边有个墙壁，你要面壁哦。那要思过是没错。好，谢谢你。如果这样决心就好。如果500亿以下要面壁哈。另外一个当然就我们政府现在不断在谈，在这个喊话，可喊了半天呢，状况国际形势越来越糟，我们被踢出 WFE。那如果美国升息，我们资金可能会外流。那最近 MSCI 又把我们的台股权重降低啊，降低。那你一上任雪上加霜。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MSCI 把我们台股权重降低，你的看法是什么？对台湾的金融情势的冲击是什么？那个 WSCI 把我们权势降低，其实也没有完全降低，它用一个替补一个嘛，哦。那其实在市场上发生的现象其实并不严重啊，是不是？我请我们的汪局长说明一下啊，来，你来说明一下。报告委员，这一次我们被调低的权重呢其实不大，那估算如果说用那个被动式基金用这样追踪的这个指数的成分来算的话，估计大概流出的金额大概是 1.5 亿的美元，所以那个金额其实不大。那过去几次的调降呢，我们有都有去追踪，大概它的影响大概只有一到两天的这一个影响而已。那其实外资还是持续在汇进，所以我们昨天汇出80几亿嘛。最近是有汇出比较多，但是整体来讲，今年还是净汇入的。是，好，那诸位，如果今年开始，不是是净流出，不是净汇入的话，你也要再面壁啊，你也要面壁啊。是要努力。我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方式，提高我们金管会的一个警觉，大家努力。是，我们会努力。另外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普惠。那普瑞我看你们马上送了一个小礼物，就是说从明年1月1号开始，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他们这个 ATM 提款的话，他的手续会可以优惠嘛哈？对对。那这个优惠多少钱？那可以受惠的人数是多少？那他怎么辨别？那个机器不会认人，所以他是不是要先去登录啊？你们能稍微说明一下？好，这个大概我们优惠的措施，大概就是因为每一次这样一个座位大概手续费要5块，那我们给这些朋友大概特别优惠，就是说一年每个月有3次，等于一年36次，这个是免费用的啊，是免费用的。那至于我们有身心不方便的朋友，大概全国有100万人，这100万人都可以受惠。那至于说怎么来确认这些人的身份等等，那应该在实务上的作业并不难。对啊，那怎么作业？现在身心障碍朋友想知道啊，他怎么知道？他去站在机器门口说：“我是身心障碍，我领有手册吗？”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登录程序或者申请程序？那是不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因为现在已经快11月底了，那你总是应该告诉大家他的措施是什么。我想现在身心不方便的朋友，大概每个人都有画这个身心障碍手册。那就目前直接可以做啊，当然临柜可以到各银行去申请。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电子线上座位以及电子银行这些做法，我们希望这个参照的朋友。没有啊，这一定是 ATM 啊，因为临柜不用扣手续费呀。现在就 ATM 才跨行才扣手续费呀，所以我现在在问你，Gaki 不是人呐、啊？那所以他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身心障碍嘞？他要怎么让机器知道他是？那他民众要提出什么申请啊？我跟路人说明一下，他就去临柜去申请。我想这个手续应该是非常简单。有一个证明文件应该是可以做。那问题是全国那么多银行，全国那么多银行，你要他每一家去跑吗？永丰银行、八大行库，或者是汇丰，或者是等等之类，他要一家一家去跑吗？他有没有一个统一窗口？
譬如说我一在金管会某个窗口一登录，那我这个完成我有身心障碍手册的人我可以优惠，那这样我全国各银行的 ATM 都适用，难道你要他一家一家银行去跑吗？你们好像没准备好、一家银行一个账户啦，那怎么整个起来说他申请一家其他就可以通用，这个我们可以来研究跟银行公会一起来做。所以到现在我现在在问你，待会王昭伟问你，他是身心障碍的一个代表者，你都没有办法告诉他怎么去办手续申请，你都还不知道。那我刚才还问你，他要一家一家去跑吗？你也讲不清楚。我们是希望不要一家一家跑，他到一家以后，希望他经过一家银行的确认以后，当然这个努力的目标能全国银行都能适用。另外，我们也希望用电子作业的方式让他能线上作业。那优惠是优惠多少钱呢？现在是五，转一笔账是五块还六块？应该是五块。五块，那如果他这样去申请登录成功的话，那是多少可以优惠多少钱呢？一个月三次嘛，哈，一个月三次 就是免费，这五块钱没有这样子。对对。那一个月三次，那可以适用不同银行吗？比如这家银行台银三次，和库三次，还是说只限所有全国的银行只能三次，一个月三次，是怎么算法呢？这样的，目前的是一个银行一个账户了哈，但是我相信任何人。不仅仅是身心不方便的朋友，连每我们一般人大概账户都不会很多了哈、哦。那我们会跟银行工会来研究，能不能一家来注册，好、哦、一家来办就可以全国适用，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对，那我刚才在问的题目是、你是每一家银行每个月三次，还是全国各银行每个月三次？每家每个月三次。所以台银可以三次，和库可以三次，汇丰可以三次，是这样子吗？他家是有不同账户的，是可以分别来用。那我请问一下，是只限国营还是外资银行也可以？在国内有设点的银行，我们希望都能做。那所以那些外资银行只要设点，那像汇丰它，像花旗对不对？星展、这些都适用吗？你们都协调好了吗？就目前，比如说汇丰它的子行，我们也是适用的。适用的。那像星展呢？那。一样的，一样的，它也是子行、所以只要是子行，那但是分行的话就不一定，像瑞士银行，它是在这边是分行，它就不适用，是不是？那我们假使它目前还不行，我们可以来协调。是，好，所以第一个，我今天问，一步一步的，就是逼你们去思考，你的步骤是什么？现在已经十一月了。你一月一号上路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你自己有太多内部的东西要去协调准备啊。那最那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太搞不清楚，透过我们这样询答，外界就了解。最后一个题目，请，既然是普惠帮助弱势，不止身心障碍朋友啊，中低收入户你考不考虑？当然要考虑。中低收入户现在全国有多少？这个要统计啊。中低收入户现在全国哈有143,014户，14万户，不过他是算户的啦哈，那爸爸妈妈算一户啊，夫妻算一户，所以可能如果说中低收入算的话，那可能人数不止于此了。不过你100多万的身心障碍朋友都可以做的话，身心障碍的是不是也同步可以一月一号上路？我想中低收入户的是不是？我们的普惠措施它。他的宗旨就是全国所有同胞，这个他所受银行待遇的服务的待遇是一样的，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中低收入户也可以，一月一号也会上路。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那什么时候可以呢？我今天提出希望，既然普惠就是要帮助弱势，那领中低收入已经很可怜，需要政府救济，如果他去领钱，还要被扣5块钱手续费。那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他什么时候可以上路？因为这个中低收入户要查他的身份也是很快的啊、这个应该手续是很简单。3个月可以吗？我们来努力看看。3个月？那我们还要问问这个，因为牵涉到实务作业，我们必须听听银行工业的意见。好，谢谢，希望3个月内做到。好，谢谢。好，谢谢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主席好，有请主委。余婉你好。主委，我想先请教你，就是我这边其实有观察到几件事情，一个是说
参与这个劳委会哈，今天劳委会劳动部的人没有来，就参加劳动部的这个微型创业哈申请贷款。嗯，这个中小企业信保基金都已经和就是达到95%的这个保证的金额了哈。嗯，然后这个劳动部也审查通过了，但是银行还是不贷给这个需要帮忙的这个人，他想创业，因为劳动部的这个微型创业其实是来自于凤凰专案哈，那而且就说通常是针对女性跟中高龄想要创业的人，那这贷款金额不多，最多就100万而已哈，这是我看到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有一些新创企业中小信保基金都已经提高了这个保证的成数了，银行还是不愿意贷给他。好，我想先问主委，政策下去，金管会怎么去 follow 确保银行可以达到这个政策需要？这样哈，这个普惠原则其实据我了解，我们银行业基本上都蛮支持的。最少，譬如说对身心不方便的朋友，我请问一下主委，因为主委之前当过高雄银行的董事长嘛，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不放贷跟放贷，假设放贷变成是倒账、呆账的话，是不是会被记点数？放贷的这个承办的人员是不是会被银行记点数？你知不知道？他内部的作业，他假使都符合规定，我想应该不会啦。那假使有违反作为规定的，或者 是查证不实的，那可不可以请主委了解一下，就说这个计点数到底怎么回事？好，我今天台塑科要并购这个东森，可以这样子借贷到100多亿、110亿。好，那这个点数，假设如果倒账，哈，这个点数跟借贷100万的点数是不是一样？好不好？我在高雄银行哈，据我了解，高雄银行并没有所谓计点数的问题。好，高雄银行没有，其他的公股行库有没有？可不可以请主委去查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好，因为我们看到是说政策下去了，但是卡在银行不肯放款。我们今天谈的普惠金融是假的吗？我想议员假使有个案的话，哈，我不是跟你讲个案，我跟你讲通案，所以我要希望主委能够清查。好，那这个国发会推的这些政策，到底到了银行端的执行，这些被拒在门外人是怎么被拒的？我需要一个交代。好。好，基本上国发会通过的案子，一般银行作为应该都倾向会支持的。好，谢谢主委，你现在了解的，但是我们听到是不一样，所以我跟主委讲这个情况。好，谢谢。因为这个创业基金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也不过才100万而已，银行都愿意借贷给这些公司，没有什么担保，100多亿借人家100万不愿意是怎么回事？好，而且是政府的政策哦。是。好，对。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这个主委和其他的一些现象。就说根据这个第三季为止，台湾上市贵公司赴中国投资累计金额是1兆，期末的账面价值是达到4兆，账面投资报酬率是232%，历年汇回台湾的投资收益只有2427亿，收益汇回比率仅有12%，仅占账面价值的5%，5.4%。那可以看一下，我要请教主委，就说金管会作为上市上柜公司的主管机关，这个20-30年来，这些上市柜公司去中国投资了这么多钱，但事实上呢，这个汇回的金额不到5%。我想请问一下主委，你会怎么看？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好，这上市柜公司的资金的筹资是没有动能的，没有量的。好，那这些钱回不来是什么原因呢？确实，这个在书上我是听很多这个我们台商在大陆投资，结果他的钱汇不回来啊，那这个问题在哪里？或者我们有怎么对峙？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否先请我们王局长先说一下？好，请王局长。报告委员，那据我们了解，他们大概几个因素。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要留在那边再做投资。那第二个是说，他们可能再汇回来，在手续上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不能一下子汇很多。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有在了解这个汇回来的比率，但是呢，从最近几年来的统计，他们汇回来比率是已经比过去要高，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是好的现象，我们应该要鼓励嘛，哈，尤其这些上市柜公司都是，其实金管会是主管机关，我希望你们看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处理解决，不是只是看到而已。好，因为我这边也有听到很多这些台商
在中国现在想要回到台湾，但是在资金汇回的地方是不好处理的。到底这个程序在哪里有问题？是不是可以也给我们一份说明，好不好？我们来加强努力。好，我们要给你书面说明。好，那另外一个好现象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上市柜公司处分中国子公司累计投资金额是756亿元，就他们已经处理了哈。那只有56%的资金汇回台湾。好，就是说这些上市柜公司已经处分了在中国的子公司了。好，大概总金额是765亿，但是汇回台湾只有325亿。好，我想要请教主委，知不知道？哦，不是，汇回的金额短少了325亿。我想请问主委，知不知道这个少掉的325亿是什么原因？是亏掉了，还是滞留在境外不愿意回台湾？当然，这个要个案来看了哈。那刚才我们这个局长已经说明过，有些是要留职继续再找机会在那边投资的。那有些可能是手续上的一些困难，没有办法全部汇回来。我想请教一下齁，就是刚好也问一下局长，就说那现在这些上市柜公司，他们处理掉子公司，钱不回来，这个做法是合法的吗？说一下。报告委员，这个可能要个案来看才会知道。那这个部分因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那我们这些数据都是我从网络上面找到的哈，这是公开的数据。深入了解。那至于个案上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会请相关部会来给予协助。也希望你们看看说这合不合乎规定啦哈，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滞留在外不回来？那作为我们这个主管机关，这样子的做法是合乎规定吗？这些都是我们的疑问，也希望说你们能够继续观察，就是了解一下哈。那再来，我想要另外再请教一个部分，就是说台塑科哈买东森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小虾鱼吃大金鱼，好，小虾米吃大金鱼。那台塑科的股本只有14.43亿元，现在要以111.24亿买下东森股权。那他想透过子公司新隆多媒体购买凯雷的投资公司，间接控制东森的这个股权。那第一个钱从哪里来？台塑科向银行融资50亿元，参与新隆现金增资案。新隆质押东森及投资公司股票，向金融机构借贷，连贷60亿元，来凑齐这个110亿元的需求哈。那根据我们看的数据，台塑科第三季的现金及约当现金只有22.1亿元，换句话讲，手上大概可以当作现金的东西只有22.1亿元，资产总值94.73亿元，但是有41亿元是无形资产哈。那乐森，我们看乐森的案子也有40余亿的无形资产。好，那这个是台塑科在2016年第三季的一个财报也出来，可以看得到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占41亿元哈。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主委的部分是说哈。这个111亿元的大型收购案，资金全是借来的，主委有没有觉得这有问题？这样啊，我先程序上来说哈，这个公司他假使想并购什么另外一个公司哈，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我们 NCC 还有这个公平会的审查通过啊，所以在这两个机关审查通过之前，大概。你讲的这个贷款的确是有程序啦，那但是我想要先第一个看主委的这个反应嘛。假设如果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问题的话，那金管会还可以作为一个监理管理的机关吗？不是，那他可能采的可能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由银行发动连贷嘛。那银行要一个贷款也好，个别的贷款也好，连带贷款也好，他每个银行自己必须去评估。这个事业是不是可行？是不是有风险？那风险是要由银行自负的、啊、是，但是如果说这个银行私相授受呢、哦，或是这个风险评估上有盲点呢，金管会是不是要给予这个及时的提醒？哈、哦，因为我们看这个案子，我还没有，对不起，我还没有，我再继续讲一下，就说第一个还没到手的股票也能作为连带的担保品，好、哦，然后几乎不需要自己出一毛钱。我们刚刚也讲说，他现在手上约当现金只有22.1亿哈，他现在要做111亿的这个收购案，然后还有收购案宣布前股票出现10倍的大量，是不是有内线交易的嫌疑？这些都是我们看起来这个案子非常奇怪的一个疑点哈。所以想请问主委你的看法？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媒体披露很多，也有各种评论哈。那我相信银行在作业上会特别谨慎小心。那我们怎么谨慎小心法？他必须评估他的一切是不是实在的，还有评估他的风险。那主委针对10月14号这个连续两天出现较平日多的这个交易量这个部分哈，你会不会去追查有没有内线交易的嫌疑，还是已经在查了？我们的监理制度都会去注意，有这个该注意、该提醒银行的地方，我们都会照做。开始查了吗？已经查了吗？那一部分已经在查了。已经在查了哈、啊。好，谢谢主委，谢谢局长，谢谢。好，谢谢余委员。那我们接下来休息10分钟。
我们继续开会，有请王荣章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先麻烦请李主委。有请主委。王委你好。哎，主委好。主委，我想请问，我们在身心障碍者的这个部分，来下一页，是不是只需要社会保险？好，另外就是说，身心障碍者是不是买不起商业保险？好，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上面，另外，我们金管会所推动的微型保险，是不是就已经足够保障身心障碍者了？三个问题请教您。好，谢谢王委员的指教。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需要这个保险啊。那这个假使只有社会保险不够，当然我的看法是不够的啊。商业保险也是一个区块，他们应该要争取的啊。那就目前已经推出来微型保险，是不是已经完全能满足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这个需求？我看也不见得啊。所以要努力的是在商业保险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加强。当然，因为商业保险这个保险到底是一个民事行为，它每一个公司有每一个公司的考量。可是我们在行政措施上，我们会希望以后对这个每一家银行的这个考评，把对身心障碍朋友的照顾，我们列为指标之一。好，谢谢。谢谢主委刚刚很明确的回答，就是说身心障碍者，我们也事实上有需要商业保险，那相当的就是说障碍者事实上也买得起商业保险。我想就是说，下面就几个，但是就是说这样子的行为，好，我们需要商业保险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只是出自于业者的善意，是事实上相关的就是说法规跟国际的就是说公约有相关的规定。我想跟主委就是说做一个说明，也请在座的就是说官员能够一并的能够了解，在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四条一般义务里面。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因为缔约国事实上就是说应该要来消除任何人、组织或者是私营企业基于身心障碍的歧视，好，就是对于身心障碍有特殊，只是因为身心障碍的缘故有特殊不公平的对待。再下一页，好，除此之外，在第十二条，在法律之前获得平等的承认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认为身心障碍者有平等的机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抵押贷款及其他形式的金融信用贷款，好，那然后确保身心障碍者的财产不被任意的剥夺。第三个，好，在健康权的这个部分，好，缔约国好跟国家法律许可的人寿保险方面，应该要禁止歧视身心障碍者。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有明确明文的，就是说规定。当然，我们的在身权法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的话，也有相关类似的规定，我就不再一一的就是说举出来。所以这样子的，就是说的这个部分是障碍者的权益，那也是国家对障碍者应该要有的保障的义务。我们下一章，好，那基于就是说身心障碍的歧视，好，本席。在过去的工作里面，还有就是说，在过去，不管是障碍者或障碍团体反映的这个部分，我想跟主委来做一些讨论。好，第一个部分的话，保险业务员对销用电话推销长期照护险，好，这是个案的申诉。当一旦发现对他接电话的人，好，是视障按摩师，他立刻表明公司的立场。是一概一律拒保的，好，那是但是呢，这个视觉障碍者所被拒保了之后，他的个资仍然被这一家同一家的，就是说金控集团的银行部门拿去做电话行销，好，诸位怎么看这样的问题？第一个
真的有这种个案发生哈，这个请把资料交给我们，我会叫我们的检察局好好去查一下哈。好，事实上在寿险的这个部分，障碍者长期被排除啊。对，就以你这个为例啦哈，我先不讲这个。昨天我遇到我一个多年的朋友啊，他走路有点不太方便，可是我昨天我才知道他是打桌球的高手，当然我不方便透露他的名字啊。这个所以。身心不方便的朋友并不会妨碍他各方面的发展、哦、那以这个你说这个视障的按摩师，视障按摩师除了他眼睛不方便以外，我想其他他经济能力什么什么都没有问题啊，那一个银行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好，本席非常高兴就是说我们主委对这一个部分的话跟我们有一致性的看法、所以希望我们的保险部门好、哦、就我们保险局、然后在这一个部分请主委督促，在这一个部分 的话一定要落实相关 的权益的保障。我们再看下一个。好，这是最近发生的，是我们在产险上面，请你把案子交给我。雇主为了员工要投保团体的伤害保险，好，团保的这个部分 的话其实很相当的程度里面就是雇主在移转我们在法定上面的就是说责任，所以为员工投保就是说相关的团体保险，保险公司要求好直接在他的保单里面的就是说估价单里面 的话第一项就要求就是说要排除身心障碍员工、啊、否则 的话他不愿意乘坐这张保单。好，那在这一个部分 的话我们过去就是说我们在寿险工会有身心障碍就是说投保申诉的专线，这个雇主他也跟这个专线做了反应，结果专线回答他的是好，我这边有具体的人事实地就是说公司、好表示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向这两家保险公司投保，好，我们还有其他二十几家，你再去跟其他的公司问问看。好，那另外就劝这个雇主要排除障碍员工啊，告诉这个雇主说他会这样子的话会降低保费的支出、啊、诸位你怎么看这样啊、哦，我其实在立法法制上我们是非常进步的，我们把联合国的这个公约已经国内法化，我们定了一个施行法，这施行法明白的规定不得歧视任何人、哦、好，那假使说您刚才有这个个案真的交给我们，我们会好好去查。我们社家署检署长、好，检署长以刚刚本席提出的两个案例这样子的就是说做法跟作为，以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法令规定 的话，好，还有就是说相关的政策里面 的话，它涉不涉及到歧视？好，当然我前提里面好，你可以质疑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如此。假设这两件事情好是确实真实的话，它涉不涉及到对障碍者的歧视？刚刚委员所提的那个个案的，就如果就那个个案的情况，可能是有涉及到歧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作为主管机关，好、哦，身心障碍权益保障的主管机关的话，那我们可以具体的开法吗？我想我们他依照身权法的规定或是身权公约，这本来就不应该歧视哈。如果有歧视的话，是可以来向相关的单位来做申诉。好，本席会把相关的资料也移送给我们卫福部哈。好，我们希望就是说你们能够依法执行，然后能够有所作为。我们下一张。好，那保险业对身心障碍的就是说歧视其实有五大，我做了就是说相关的整理，不再一一的说明。再下一张。那在这里面 的话，在保险法，好，主委，保险法107条的规定，好，就是订契约的时候，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障碍缺陷，不能够辨识行为，好，等等，或欠缺辨识行为能力 的话，除了丧葬费用的给付以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通通都无效，好，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我想请教主委。在我们的腰保人是障碍者自己本身、啊、本人、啊、好，就是障碍者，无论我是智能障碍或者是精神障碍的障碍者，依照我们就说目前的附件，好，还有我们在就业促进等等，事实上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我要为我自己的未来买一个就是说保险的时候，
腰保人都是我自己，好，没有道德风险的情况底下的话，我可不可以投保商业保险？法律上可以吗？这个那按照现在的规定可不可以？按照现在的规定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实务上，假使有障碍，有障碍的话，当然这个我也在这里要公开呼吁我们保险业者，在国内有50几家啊，这个应该重视这一方面。我们身心，我跟主委报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事实上是拒绝的，是拒绝的原因跟理由就是依据保险法第107条，好，本席希望。就是说我们监管会好好具体检讨这样子的就是说规定，特别就是说在这里面有行为能力的这一个部分，到底就是说是谁来做判断。下一页，当然这个107条是定一些条件的，那要看这个个案的情形，它是不是本局具体的下面哦，我们现在有27000多台的 ATM， 好，那在其中的话有将近9700台是无障碍的，但是就是说这9700台的无障碍 ATM 里面，大概有8700台是设置在便利商店里面的。好，那我想请教主委，我们便利商店有多少是无障碍的？这样也就是说，我的机台是无障碍。我们假设对于肢体障碍的朋友、坐轮椅的朋友，它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设置的地点在便利商店里面，那这8700台。在8700家便利商店里面的 ATM， 这8700家的便利商店是不是无障碍的？这样啊，那个其实我们国内有发现一个很进步的现象，大家对这个身心不方便朋友的这个给他们无障碍设施，其实大家都很重视。那我都知道的就是，全国的便利商店大概有1/3都是有这个。有这个无障碍设施的，所以我们的事实上，我就会问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无障碍的机台 ATM 机台事实上设置在很多有障碍的便利商店里面，对，那这样子的话障碍者还是没有办法使用。另外我们还有230台语音的 ATM 方便视觉障碍者在使用，但是至少在我们台东够不够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台东、宜兰跟连江是一台都没有的。哦，好，好，这一个部分的话，也请主委能够就说注意。好，我们另外没有办法，就是说到银行到 ATM 前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是希望能够靠网络银行，但是网络银行的辨识里面的话，只有图形验证，没有语音验证的功能。视觉障碍者事实上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在银行的网页里面的话，障碍者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来做使用跟运用的。好，这一点的话，也请诸位一并能够就说注意来做相关的处理。谢谢王委的指教。刚才提到几个没有这种设施的地方，我们呢要求当地的业者来。本期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具体的有具体的作为跟具体的时间来改善跟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我们的通过工会，希望我们的银行业者大家一起来努力。我对于工会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他们竟然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回答。好，我然后他到底是保障障碍者，还是？就是说协助在歧视障碍者，我想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保险局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应该要做进一步的了解。那个网络银行工会正在积极推，不过假使努力不够地方，我会请他们要注意。诸位请回，王委员请回，有请费宏泰委员。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各位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金管会李主委。有请李主委。副员你好。主委你好哈，我想今天啊，这个我们财委会啊，邀请金管会以及各个部会啊，讨论今天这个题目啊，是非常非常的好哈，尤其是我想在一个社会里面要祥和啊。我们有能力的人相对要照顾啊弱势的人是啊，年纪大的人啊，或者不方便的人啊。我可以请教一下主委哈，
我们当然要做这个做把这个落实啊，当然很多东西要透过金融的单位。好，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台湾在所有的乡镇市区啊，我们所谓的区啊，大概有300多个哈，306个啊，350-360个左右，大概这个样子哈。请问我们的金融单位覆盖面大概占了几成？这样，在有些偏远地区，确实，所谓的大概几成好了，先讲大概几成。几成这个数字我要再统再查一下。我们银行的局长，银行局长这样子哈，因为谈到这些事情啊，对台北市啊哈，像我个人，我们长期在台北市，从出生。长大生活在都在台北市、哦、感受不到偏远乡镇市的地方、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善意啊美意啊要把它落实啊，我们也不能只从台北市啊或者是都会区啊来思考，我们必须得站在那个相对是弱势的人，其实在都会平常讲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子的普惠啊的一个方案啊，其实也做的都还不错了哈，因为像各个部会很多的基金他们早就运作了很久了哈。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们金融单位的覆盖率大概在几成？刚才我们局长跟我说有90%以上，90%以上哈，90%以上。那换句话说还是有将近一成，对，甚至一成多，对对。报道是超过这个数字了哈，报道哈，这个报道可能是我们一个乡。可能只有一家以后一个金融机构，对一个小也很大哈，覆盖率啊，这个按照媒体的报道，大概只有60%，是。换句话说，还有40%没有覆盖到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工作的一个重点，啊，这个谢谢。你让银行每一个地方举例，尤其是每一个村都去开，大概很难呐，啊，很难，对不对哈？但是那些人要那些人的服务，你们该要怎么去把它落实？这样啊。我在这里要呼吁我们的这个业界哈、哦，要善尽这个。诸位，你不能用呼吁的。没有，呼吁没有用。我跟你讲一个具体的事实哈、啊哦，我们一定要善尽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点目前是企业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哦。那我在这里要跟你讲哈，诸位，一个我们一个政策哈、哦，除了呼吁之外啊，当然呢、啊，还要有两个工具。当然一个是奖励嘛，还有一个奖励完了以后剩下我们就处罚嘛， 对不对啊？换句话说大家常常说的胡萝卜跟棒子是一样的嘛，所以要怎么去落实，我在你们的报告里面以及各个部会的报告里面、啊、在这个部分里面、啊、都没有提到、啊、对偏远地区尤其是没有金融单位在服务的地方，你让他使用金融网路或者网路金，我们台湾当然网路金融是做得很烂的哈，在金融的网路服务啊，这个部分要怎么去教育，去怎么落实呢？对，当然金融网路是一条路了哈，不过刚才讲这个偏远地区还好了哈，有这个地方的农会了哈，合作社。还有邮局可以稍微填补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刚才讲的没有覆盖的地方啊，包括连农渔会的信用服务社都没有。我想的是这样的，农渔会的信用服务社也算是金融单位。是，那会员，我可以不可以给我半分钟时间？好，没问题。我要在这里公开来称赞我们花莲第二信用合作社。哦，好。花莲第二信用合作社对我们花莲地区，当然金融机构不够多嘛，不够普遍。那它有很多民间互助会，民间互助会的存款，它这个他们给它是比一般优惠的存款利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部分他们可以吸收。那像这样的一个金融单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奖励，我们也会建立内政部给他奖励。所以你可能稍微误会，我今天没有指责的意思。是啊。你才上任也没有多久，去指责你们金管会也没有意义了哈。我是觉得这一点哈，都会区啊，当然好要更好，但是偏乡啊，对，我觉得偏乡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功夫，多花一点钱，
不管在硬体上、在软体上，还有观念上啊，是都要去给他们服务啦，是，对不对哈？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摆在那儿。对，举例像台北市，像我们立法院附近，或者我的选区在信义区、松山区那边都很好。对，台北有一百、啊，那边都很好、啊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是 over banking。对，但是其他地方是不足的地方，对，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服务到他们，好吗？好，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哈，兆丰银行的案件现在处理的程度怎么样呢？其实到底有抓到了几个洗钱的人？我在这里跟会员说明一下哈，这个其实兆丰银行非常努力，过去一段时间大概去查。这两三年来，应该是两年或者三年，我要确定一下。所有在国外在 DFS 提到的两个分行，一个就是巴拿马的分行，一个就是纽约分行，所有往来的账户，所有往来账户大概清了两万多笔啊、哦。两万多笔。哎，两万多笔啊、哦，两万多笔里面，他把这个国外的外国人的剔除掉以外，外国人剔除，剔除以后剩下本国人有多少？剩下国内的哈。哦国内的这个就是由台湾汇去这两个分行的，大概有170几笔，一百从台湾汇到巴拿马跟纽约分行的170几笔，哎，一百七十几笔，这个平均数，我只讲平均数，大概是$1.1万啊，一点一万，啊，一点五万，一点五万，一点五万美金，四十不到五十万、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啊。哦这个全部加起来洗钱也没有很多嘛、啊啊、对对全部加起来不多、啊、然后另外一个数字就是说从这两个分行汇回、哎、我 补充说明刚才的一百七十几笔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国内各机关、发给驻外单位还有国内 大公司发给他们驻外单位员工的这个薪水、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官方官方占了多比例占了占了多少、哎？比例有多少？大概几成就好了。那个是兆丰清查说明，他对这个数字没有再去讲比例，他只讲大部分。哎，那从国外汇回来的那个笔数更少是多少？国外汇回来有几笔？哎，42笔是吧？才42笔，啊、没才40几了，42笔。42笔，哎。那每一笔平均每一笔的金额大概，你看你讲是汇出$1.5万，汇回来多少？大概，它这是汇款啊，是汇到也是汇到国外。我大概每一笔的大概$7000左右，$0.7万。对对，这样子好，汇出去170几笔，汇进来42笔，你说这是多长的时间？是两年还是三年？它是2012到2014。2012到2014，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每一笔算它平均啊，平均算就算它15000好了。是，是170几笔汇出50笔，算50笔汇入220笔，是220笔乘上1.5万，370万。是，370万美金，你认为这里面有多少是洗钱的嫌犯？当然，就理论来说了哈，理论来说，这个洗钱额度。高或低，这个很难论断。但是他洗钱这样子，诸位啊，他也要成本啊。这里面如果说是洗钱有洗钱的嫌犯，那个这个人太 low 了哈，太 low 了哈。这成本太高了。那我请教一下，从你的综合判断里面，这个案件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在洗钱？我个人的判断了哈，应该是倾向于说没有。但是这部分我们，那个兆丰也把他送给这个检调单位在查。我们不要光送给检调单位啊，让我们不了解。财委会就算是秘密，也可以开秘密会议的。我们愿意，我们也曾经开过一次。假使必要的话，我们愿意。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多少的媒体，还有一些名嘴，甚至有些政治人物在讲了那么久，洗钱，到昨天晚上我还听到有一个人在电视上这样子讲。真的，我是觉得啊，诸位，为了让以正视听啊，是尽快，我要求尽快送一个报告到财委会来，好吧？是，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那费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邱泰源委员质询。邱委员，请。
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教育部林次长还在吗？好，教育部林次长请。好，请。好，林部长你好。委员好。林次长哈，林次长是这样子，那个我们不管是财政、金融、教育，都是协助我们的民众，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的哈。那我现在先，因为今天你提到的是金融基础教育的推广工作嘛，那么我想我先举一个例子，让我担心这样的基础工作是不是方向会有问题哈。我举个例子好的哈，那么在国小六年级的健康与体育课本，哦，有一课在教导小朋友那个怎么样来学习医疗纠纷的事情了哈。他有要求训练，从小就训练小朋友说去看病的时候，可能要带录音机、收音机、搜寻资料，哦，万一有一天有医疗纠纷的时候才有证据。不晓得市长你觉得这样的宣导好不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当然医不好意思，因为那边比较吵，会不会大声一点点？谢谢。那个医病的部分应该是包含了医生跟病人，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互信的一个关系啦。那么来进行这个医疗的行为，应该是会比较恰当一点。当然，如果是教材，因为教材的部分的话，大概以目前来讲，教科书的部分都是由这个出版商他们请那个这个教科书的作者他们去编撰嘛。那当然国教育部国教院这边也会进行教科书的一个编审跟审查哈。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相关的疑义的问题的部分呢，我们会请国教院在教科书审查的时候。好，请教一下，这样听起来是比较被动嘛，对不对？是。那您在推展不管是医疗正确的医疗观念，或者是金融的一个基础教育，是这么被动吗？跟委员报告，当然有关教科书的这个部分，包含了。在有关的正式课程上面呢，在课纲上面，教育部也都会经过包含的课发会跟课审会，那么去进行这个审议，把相关的希望在这个，尤其是在国民中小学教育阶段里面，希望让那个学生能够去学习的部分，能够在课纲里面能够做一些的明定，作为教科书撰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好，谢谢。因为我也曾经参加过这种专家的会议的哈，但是他有没有落实到？厂商去印制那编内容，或者你审查的过程，如果出现了这样子，市场也觉得不太好，哈，是，而且把医疗的行为变成一种消费，其实这个对医病关系将来是不好的，到最后医师都是医疗人员都采取防卫性的一个医疗，对病人长久来讲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是的，但是这个从小就开始教这样的观念。那您觉得呢？我以后如果改善，对，我想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个人蛮赞成刚刚委员的意见啊。基本上医病应该是在一个彼此相互信赖、信任的这个关系里面来进行医疗的一个行为哈，是比较的一个恰当的哈，而不是一种防卫性的。我问的是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改善策略，因为事情也经过那么严谨。对。像我个人也去参加几次的教育部的专家这方面的对教材内容。后来还是会出现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请的专家是不了解这个专业的？包括如果你今天要做金融基础教育的工作，你有没有请到适当的专家？是，好，来教导，好，来安排内容，编撰教材。跟委员报告一下，针对刚刚提到的有关那个医疗那个教材那个部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当然一方面呢、我们会请市长麻烦声音大一点，是，我们会请国教院哈。那么在这个教科书的这个审查的部分哈，好，我拜托哈，那个教育部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整体的去检讨了哈，因为一定要让哈专家，而不是制造社会纠纷。哎，是的，哦，真正的专家来做，而且这个要我希望有具体的一个方案，不要像每康先生出来我们就。整个医疗团队就跑去那边跟他沟通，哪一个书记又出来？主管到底是谁啊？怎么轮流书记这样的教材这样编出来呢？这个很奇怪了哈。是。
好，那反过来我还是要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您觉得在教育部如何落实金融基础的教育？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有关金融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教育的部分哈，教育部这边呢也跟金管会啊，那么也从1998年开始呢，大概就已经在校园里面共同来推动这个金融的一个基础教育哈。那基本上从几个方面哈，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在目前的现行的课程纲要，但这里面呢包含国民中小学以及高级中等学校里面，都有在这个相关的纲要里面呢。好，不好意思，老师长，因为有时间关系，我大概因为你今天早上有报告过，是的，有没有考试？考试这种教材有没有考试？是选修还是必修？有没有考试在题？没有考试的题目，大概老师不太会教了。在国中小的部分选修的，大概很多人不会选的。在国中小的部分是在社会学习领域里面，它有列为这个课程纲要的能力指标。所以有列为这个指标的话，基本上它就会列为，如果是社会科领域的部分，它是会列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学习的科目跟这个学习的评量的范围内。那至于高级中等学校里面，它有的部分是必修，有的部分是选修，对。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选修，因为我估计我们在选修大概都很少人有选到，所以这个部分你请注意一下好了。好的。好。好，那非常谢谢教育部是不是说请经管，另外请经管会主委，不好意思。好，谢谢委员，谢谢。好，不好意思，我就直接请教的了。我们最近新闻的报道，经管会即将调整涉险业责任准备利率，那可能现在报纸都在看2017年的保费将是史上最高，涨幅平均高达 20%， 哇，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冲击很大，冲击到其他的险种，也因为也要调整，然后对民众的投保的意愿，是不是能够冲击有多大？你们有没有评估？当然，这个议题在媒体上是有很多的报道，那媒体的报道当然不是说不对，可是因为报道多了会引起这个我们同胞的这个恐慌那。这个问题不是报道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啊？是有这件事情，会造成影响是怎么样？我们有调整。利用这个机会，你可以用短暂时间说，他们讲错了嘛？来，不会涨啊，还是怎么样？请我们银行那个保险局李局长来说明啊。是，委员好，那有关那个责任准备金的部分呢？那其实应该配合的这个市场的利率呢，必须做一个调整，才能够来稳住来能够充足我们的那个保险业的一个清偿能力。那当然那个责任准备金的调整，可能在保费的部分会有若干的影响，但不一定是像所谓媒体上所报在说一定都是两成，因为好，那你们没有回应啊？各家的定价的这个策略，媒体如果有高估或者是以讹传讹，那是不是有回应啊？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寄来开始说，你现在赶快保哦，不然明天会大涨。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上当。谢谢委员我的、这个、部分其实我的微薄的薪水有很大的部分是投入在这个部分，而且要常常被恐吓被涨。我站在一个庶民的立场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令我很难接受的事情。是，那我们这个部分的定价其实还是各家不同的情形，不是说每一家都有这样的状况。那我想这部分我们还是会对外再来说明清楚。你们要评估一个人的薪水大概有几%来投保在寿险啊、医疗险是比较适当的，有没有跟民众教育一下？这个部分应该是看各个人对他自己的投保的保险的需求，然后还有其他的经济能力做一个适足的一个投保。那你要训练到民众有这种智慧啊，有这种学识这种了解，连我都不了解，我到底要几%，只觉得负担很重这样子。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尽量再来做一个这个要先导啊，你要让民众自在有尊严有快乐，不要被这个压倒嘛。所以这个部分到底冲击多大，请你们赶快应应报纸的话，不然有多少无辜的民众可能我在讲拍摄的被涉险的说明年也去哦。大家现在就怎么拼命又又加码了啦。好，那我们再来。这样我是觉得不太好的事情。好，谢谢。那好，谢谢，那请教一下那个主委你理想中的普惠金融是怎么样？我理想中的普惠金融就是说，照它原则上是对我们全国以人为对象，每一个同胞都要受到对等的待遇那在以地区来讲，
以地区来讲，就是说不要没能偏远地区，我们要照顾得到啊，就是金融单位少的地方。那以技术来讲，我们是希望发展这个电子金融以及这个电子银行、电子支付的这个系统，来方便大家的使用。好，好，所以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保护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权利，是，还有一个医疗的权利了哈。所以我想那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哈。是，如果的推，我想应该有具体的方案。好，好，而且最重要要考虑到身心障碍者他到底是保哪一个比较好，不要由寿险业来决定，而是要由那个个人，他要保一般的或保微型的，这个选择权大家也要去保护。当然现在是有微型保险，那微型保险可能功能还不够，那我们要求就是希望商业保险不能特别不能歧视我们这个身心不方便的朋友。有时候他身心不方便的朋友，他有财力还是够的哈，但是好像都会被偏向去要他去保那个危险的。我很怕危险的哈，把一些弱势的哈，通通包括我们在医疗上看到很多稍微身体有点病就不保了。我不晓得这危险的是不是有这样保护，那很可怜的，他就是有病，然后偏偏他又不能保这样子哈，那个部分特别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恶性循环。完全没有公平社会公平正义的那个的一个原则，对一个有生病的人反而都要交保费。我们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哈。然后如果身心不太也在选择上面也是也跟他很多的限制，啊，就是讲寿险内吼，稳赢也无输的啦，一定要赢民众啦，安尼敢会使？当然，我们要求这个寿险内要善尽这个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啊。另外，我们在公卫设有这个申诉中心。假使个案有受到歧视对待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可以到申诉中心来申诉，那我们会处理。好，可能连申诉大家都不知道了哈。有，那所以要先导一下。我们要广为宣传。有好的事情，好的政策一定要先导。我们有申诉中心啊，大概王委员那边，王荣章委员那边也很多，我们好，我们都会接过来。谢谢。好，谢谢邱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施义芳委员。请金管会李主委，还有银行局王局长，政企局王局长，还有保险局李局长。好，请主委跟三位局长。主委如果不在，江委你好，我是施委员。好，那个如果局长还不太熟悉的话，各级的那个主委如果不清楚的话，请局长回答没有关系哈。那今天是讨论那个惠普金融哈。那惠普金融是主要是从社会上的这个公平性的角度哈，帮助一些弱势，然后能够在金融的体系哈取得更多的服务啊。我想这样的说法，主委同意吗？赞成。赞成嘛哈。那所以在弱势的部分，我们更需要做更多的关怀哈。对。但是从这一次今年哈，今年的 G20 哈 ，G20 在大陆杭州召开的高峰会哈，他的那个公布了这些数位的普惠金融原则哈，那这些原则里面有八大项目，本席就把它做成一个图表哈，里面包含了哈，荧幕上面有哈，包含了监管，然后消费者的交易跟保护，还有推广的内容，然后把它整合起来以后，就变成一个数位的普惠金融，那这里面也包含了资讯科技的部分。这个部分主委清楚吗？这我看到了，看到了，事情有注意到，有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嗯、那但是本席在今天的那个业务报告里面哈，看不到这个专题，看不到针对这个部分的报告，这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报告不够的地方啊，并不是
我们还会来注意，把它纳入我们努力的范围。我想世界上的脉动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些有相关的部门里面要熟悉哈，各个资讯的部分。好，那本席也在这个地方提醒一下，就是说有关于哈各国办理的情形哈，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方面在2011年的时候哈，到2016年的时候，他投入了$1.3，那总共从这个小学到大学生的部分哈，他去改善了他们这一些就是金融环境啊，比如说，也许我们有很多国人不知道说哈，我们的 ATM 可能只能说汇出没有办法汇入，那他的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一种盲点，然后来诈骗。那像印度哈，印度它也是一个金融很不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那个智慧型的手机啦，哦，类似这一些可以去互惠啦，这一些的部分，或者是肯亚，非洲的肯亚，那这一些部分哈，都在的证明说，哎，世界各国在那个惠普金融的努力。那在台湾方面哈，这个成效如何？请那个主委说明一下，还是说局长？我跟你说明一下哈，当然，像你刚才提到印度或是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不普遍的地区，反而它的电子金融啊，要发展起来比较有条件。那我们台湾事实上是金融机构非常的普遍，大家都用习惯了，所以反而在这方面要推，我们必须来加把劲，要加强。不过我们的 ATM 很多，我们的方便性会更好。那 ATM 大概全国有将近不过我们被限缩的东西太多哈。不过反观呐哈，反观我们今天的报告里面哈，提到的是一些无障碍空间呐，或者是导盲砖呐，哈，这些或者是那一些就是 ATM 的那个操作的高度啦之类的哈，来当作目标哈。那这个是一个很一般性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平常在建制的东西，而反而是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合理吗？目前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一个 ATM 怎么把它改装，让这个身心不便的朋友可以去方便它使用。这些技术上的问题，至于政策层面，当然要靠我们金管会和我们金融业的业者一起再来努力。好，那另外就谈到那个电子支付的问题哦，那目标了哈，本来有定一个目标，就是说在2015年是26%哈，到26%哈，那2020年是52%，那今年哈要达到哈，因为我是工程的时候有把它推算了一下，帮主委推算了一下。大概今年要达到大概31%哈，啊，现在目前如何啊？现在已经达到30万了啊，30%，那这个有没有更明确的数字哈？不然就是请那个局长哈，那个道研就是说明说为什么会达到30%，好不好？哦，目前我们已经达到30%，因为我们最近陆陆续续在检讨，没问题，推动好，那再说明说你是怎么达到的，好不好？道研就是说明一下。另外我要谈到那个保险的部分，那保险的部分就是有一种叫做微型保险，机长可以上来。那一般保险，那微型保险跟一般保险有什么不一样啊？好，你来说。是，跟委员报告。荧幕上面有。因为微型保险基本上是针对比较一些弱势的这些家庭，然后给他一个比较小额的这些这个保障，那大概也是比较基本的一些保障，所以它的项目会比较少。那在荧幕上面秀出来的就是说这些的那个正面表列的部分的对象哦，为什么要列出这些对象？这个大概也是征询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对于所谓比较弱势的经济弱势的做一个列举的规范，希望对这些人能够提供他一些基本的保障。那这部分的保费因为会比较低，所以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比较普及性的一个基本的保障。好，那另外就是说在本席也帮你做了一个列表去统计说原住民啊、身心障碍者、中低收入户等等哈，但是从这个人数里面哈，从荧幕上你可以看出人数的部分跟投保的人数的部分，它所占的比例，除了原住民的比例哈有达到20%以外，其他的比例远远很低。那这个推广的情形哈是很不佳的，那有没有改善的方案，还是说过去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是跟委员报告，其实是有了解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从103年开始，它的成长是比较迅速的哈，有1.5倍，有再加7%等等哦。那这个推广的部分，只要是跟接触的管道有关系啦，
譬如说像有些低收入户者、这些怎么去接触到这些民众，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那当然有时候会透过，我们也努力的透过跟地方政府的合作，希望能够跟这些人的接触，然后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保险。这个部分的改善哈，本席也希望你哈找一个时间到研究室来报告一下。好，那银行局跟保险局的局长请回。好，那再下来我要谈一下，就是那个有关于那个 IPO 的部分哈。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局长哈，这个股票是谁发明的、啊？股票是谁发明的、啊？股票是谁发明的、啊？这个历史我、啊、股票是谁发明的？你只要告诉我国家或者是多少就可以了。有在网络上你没有去 Google 一下哈？股票是荷兰人发明的哈。那为什么会发明这个股票？就是说荷兰人他们对航海哈很厉害，这个船族啊他有技术，但是他没有钱。他想办法就是说，我有技术，我这个船哈非常好，我要到印度哈去买茶叶或者是买丝织品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他都号召了他的邻居啊之类的来投资他的船。那这个股票的几点，本席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说，国内有很多的厂商是一个中小型的企业，他需要你们政企局的辅导，然后把它上去 IPO 的部分，你们要去找标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好公司，不用去图利这些公司，让台湾的中小企业能够茁壮。这是一个你从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做的一个图表，就是说这个图表就是说希望我们的政府去辅导这一些厂商，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厂商，它要去对抗国外的厂商是不容易的，但是它有技术，它的技术就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它没有钱，它必须要透过在市场里面公开募集，但是他不知道啊，因为他只有技术啊。就像我只有会开船，但是我没有钱啊，我有拥有船只，但是我没有钱。我要去买东西，我没有钱。所以这个时候要由社会大众来认同这个公司。那不晓得未来哈，在 IPO 这个厂商的辅导哈，那个局长有什么看法？这个主委不用回答，局长回答就好。跟委员报告哈，我们现在的创柜板柜买中心下面有一个创柜板，它就是对创柜的资金是不够的。对，它的微型你要让它推到新柜来。哎，对，微型企业它会先给它辅导，而且这个辅导是免费的，因为这些公司它可能有技术，但是呢，它可能不懂得制度，也不懂法令，所以呢，柜买中心免费给他们辅导。在创柜板，然后协助他筹资，然后等他茁壮之后，就到这个新柜，然后新柜再到上柜。那目前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好，本席这一个图表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这个中间这个部分是我们国内的公司，那个蓝色的是国外的一家公司，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如果这种技术只有两家公司，但是它在世界够大，所以它做出来的成本或者是品质，成本很低。品质很好，那我们有技术，但是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钱卖到更世界更好的消费的国家去。所以这个部分，本席今天会提到这个部分，是希望说你们要主动积极去参访，说安排参访，说我们的一些科技的园区里面有这一些技术一流的，在世界上能够跟人家匹敌的一流的，但是他因为没有资金，所以他买不到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专利来成就他的商品。这个我想局长你了解本席的意思吗？是，我们会更努力。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要主动的参访，然后不是创柜，你们每次都跟我讲创意，那一些应该要新柜，新柜他才能够募集比较大量的资金，他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了解。好，谢谢。好，谢谢施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康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先请原民会的代表，好，今天是好一万副主委。委员好，
副主委哈，是联合国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哦，是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之金融体系。是，那它非常关键，就是说一定要为社会过去在整个金融体系里面被边缘化的特别的弱势族群来提供服务。那被边缘化有两种，一种是它的经济条件被边缘化，它对于银行所能提供的各种的信贷，它是没有办法，就没有这个 accessibility 是碰触不到的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因为它所在的区域是属于偏乡地区，并没有我们在法规上所认定的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是。那对原住民族来讲，其实很多都是属于这两种哦。对。那这些弱势的族群长期以来呢，也都依赖储蓄互助社的一个机制。是。那在我们国家法律上通过了储蓄互助法以来哦。当初是有授权给内政部来做相关的后续的，包括这个转存余裕资金转存的相关的规范但是至今这个办法并没有出来。但是我要请教的就是，因为目前所使用储蓄互助社这样的一个金融服务的族群里面，还是以原住民族为多数哦，尤其是我们花东地区所参与的人数比例非常的高。对。那所以我要了解我们原民会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让我们储蓄互助会的储蓄互助社的体制能够更为健全。那包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余裕资金的转存的问题，包括各社他人事的健全，包括服务的健全，那包括各项法规的一个适法性等等的这些问题。那我看你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个书面报告里面大致也是有提到储蓄互助社的所扮演在原住民族族群里面的一个重要性哦。对。但是你们同时又提到你们正在立法推动原住民族互助银行条例。是。所以我首先要请教的就是，第一个，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储蓄互助社未来在原住民族的基层弱势的金融借贷体系里面，它所扮演你们期待的角色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们要推动这个互助银行条例里面，这个互助银行跟传统的储蓄互助社它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OK， 好，谢谢委员的指教。首先，就如同委员所提到，就是储蓄互助社哈，从52年起开始在原住民的各部落有金融的服务，但是它的服务面向因为是比较额度比较少，所以一般都可以就是很快的立即性的提供原住民家庭的一些困境。特别这几年当中，原民会也跟这个储蓄互助社因为原住民也有原住民的储蓄互助社那我们也特别就是跟他们做结合除了这个一般的生活周转金的贷款以外，我们还有新增的那个青年创业我们甚至还有协助就是原住民成立的储蓄互助社有一个开办费，还有设备费以及行政人员的一些行政的补助。所以这些对原住民族的小额的困境的一些生活的周转金，是学生贷款等这些服务，你们目前都是透过储蓄互助社的合作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执行的合作对象吗？是，没有错。刚刚委员的指教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最近确实针对我们小英总统所提的互助银行条例，我们正在研拟这个立法，那我们预定在今年的12月底以前会完成这个草案。明年2月到6月期间呢，我们会征询各部会的一个协商跟各界的征询的意见。那预定在10月的时候，送行政院来做审查。好，那这个互助银行跟现有的储蓄互助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讲这个部分，它是取代。储蓄互助社吗？还是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再给他更多在释法上的一个执行的空间，
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能够来引进呢？它的关联是什么？是委员，您所担忧的这个银行会不会将来会取代这个储蓄互助社？我想是不至于。但是因为储蓄互助社长期已经在部落里面，所以它不会那么轻易被取代。那它的关联是什么？但是它的精神，我们也引用它的精神。那会不会有叠床架屋的问题？这个储蓄互助社，那你们又做互助银行？我请委员是不是请我的经发处的处长来做报告？你们是不是这个相关你们现在的规划的方向哈、有一些具体的方向？是。那它跟既有在各部落已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基层的平民银行或基层的金融体系之间的这个关联是什么？好。那会不会有叠床架屋或者是资源重叠的问题？那会不会有或者是说要以既有的基础再去做更多的发挥，提供更好的服务？到底这个竞合关系是什么？好。那是不是能够用更完整的书面资料来提供给我们？好的。那另外就你们现有在预算上去支援相关开办以及人力上面的行政上面的协助还有你们目前透过这些储蓄互助社已经在进行的这些急难救助贷款、生活周转贷款、学生信贷等等的这些原住民族的服务，目前预算的编列跟使用的方式也一并书面资料提供给我们，好吗？好的，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主委请经管会的李主委。好，李主委请。小委你好，主委哈，我上次来请教您的时候以及我们今天刚也听原民会来说明也就是储蓄互助社在整个普惠金融的体系里面，事实上数十年来已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提供给弱势基层金融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小额的贷款，甚至是小额的保险。那在急难救助方面的协助避免这些弱势族群又陷入非法的地下钱庄的这些困境当中那这样子的机制的完善以及制度的健全，应该是我们国家金融相关主管机关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虽然储蓄互助社目前的主管机关在内政部，而且我要附带一提，我对今天内政部的报告我非常的不满。内政部分明是主管机关，而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弱势族群、对原住民族金融服务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些储蓄互助社。那既然是主管机关，对于未来制度的健全，没有提到一句话的报告跟说明。这个是内政部的部分，但是我现在要请教的是，就你金管会可以主管的部分。也就是我上次有跟主委建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既有的银行跟金融机构在接纳储蓄互助社余裕资金转存存款的额度能够有上限放宽的空间那如果是有上限愿意来放宽，而不是只是唯利是图的这些银行，愿意来执行、来协助的这些金融机构，能够纳入社会企业责任的评比，我上次提供给主委的建议，但是今天在你们提到普惠金融的报告里面，却也对这样的一个建议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也非常的失望。主委，您现在的态度是什么？这样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报告内，因为报告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一点我抱歉不过你关心的这个像花莲的这个互助会的问题，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这花莲第二信用合作社愿意吸收他们的存款，对，而且是用比一般银行优惠的存款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这么一个合作社都有善尽这样企业的社会责任那我们应该给他鼓励，应该给他表扬这一点我们会请内政部来表扬他。那假使内政部，那我想对于花莲二信愿意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们非常的乐见我们听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也非常的高兴。是，但是除了内政部的表扬之外我们财政部对于所属的这些所主管的金融机构其实过去也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
基本的要求。我们会、那我们能够提供除了表扬之外的什么样的诱因、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比照这么好、这么优等的二信、来提供更好的普惠金融服务、事实上，在比较偏远地区，当然包括花莲地区，过去一年来，我们已经准了这个40家去设它的据点，当然全国各地了哈、那其中，有26家是银行，有14家是信用合作社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继续要推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哈、包括目前奖励的措施已经有了，我们来提更积极的措施，用行政奖励方式来鼓励他们。我就在等你们的积极的措施的提议。好，那我希望，当然你也上任不久、我上次也提出了建议，今天第二次再次的提出，希望你们能重视。好，在我们大型的这些服务一般民众的这些金融机构之外，能够兼顾到社会特别弱势的这些族群，他的金融上的需求以及体制的健全，早日来促成相关体制的健全以及营运的正常化，好吗？那萧委员的期许和我们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好，谢谢。好，谢谢萧委员。向委员会报告，今日中午我们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议程结束为止。好，接下来我们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江永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是不是可以请这个金管会主委？主委请。江委你好。主委，普惠金融的范围哈范畴包不包括老人？当然包括弱势、比较弱势的。微型保险那些的啦哈、我跟你讲，日本有很多对于老人家的一个照顾哈，我想你们过去也有去那边考察了，所以应该哈去参照一些范例。因为台湾未来也会进到老龄化，对、所以这个有必要。学生是不是也在普惠金融的范围当中？应该算。好、尤其学生的教育了哈。对。啊，请问一下，现在啊，在银行里面的存款，有参加中央存保的银行的存款，大概利率多少？应该都有吧。大概多少？有没有3%？在1%左右。1%左右。那为什么在金管会的金融智慧网站上提供给我们学生、提供给老师的教材写说，小明每个月存1000块，存款利率是5%？这去哪里找？告诉本席一下好不好？计算比较好计算、它是一个举例啦，是一个举例。这个举例好吗？这个举例告诉你，时间价复利超级有威力。30年存入本金36万，可以领回83万。我说明一下了哈。第一个当然最好是配合现在状况去写，可是哈，因为在你也知道现在超额储蓄嘛，你也知道现在投资动能不足嘛。学生的理财教导他储蓄的观念，我觉得那个是家庭教育的一环啊。是。那你既然讲到理财，你要给他更正确的啊。你这是民国几年的概念啊？他那以前的通行利率是5了，这一点我们要改过来啊、那所以我们不是在以往的年代嘛，哈、不是，与时俱进嘛，嘿。对。啊，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时事了，请问你，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这个 WFE 的一个董事，你在回复记者当中，你写说，这谁弄的？大家很清楚，我不清楚呢。到底是谁弄的啊？怎么弄的？请你解释一下。我想大家都可以猜得到，我不方便在这里说。我不要用猜的啦。你要嘛就说不知道，那你说你谁弄的？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你的那个业务的一个机密，不能对外公开吗？因为、到底怎么弄啊？谁弄的不讲，那怎么弄？因为哈、我台湾有3个会员嘛，正交、期交跟谁？跟贵买嘛。最少哈，总共亚洲地区几个会员？最少把金融业务哈掺杂这个政治因素去操弄，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好，
那我想问，这个是仅止于政治效应，还是真的有这个金融上面的一些违律的一个存在？当然，到底有没有受到什么样一个影响？当然，我的看法了哈。假使说我们在一般学生里面被选为模范生的人，当然是非常好，是他个人的光荣。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这个模范生以外的学生都不是学生啊。啊，选上董事不叫模范生了哈，因为我也有看到其他的资料，是因为泰国交易所他们希望能够将来要举办 WFE 的年会嘛，所以他们极力去争取啊。到底是那个因素重，还是中国的因素重？我想相辅相成嘛。你不是说大家都很清楚，我问你的话你就回答的有一点糊弄了哈。到底有多少影响啦？这个影响其实我认为是不会很大啦，因为我们到底还是会员嘛。好，不会很大啦哈。不过我就教于你哈，蛮奇怪的啦。同样这一个事件哈 ，WFE， 其实它是在法国巴黎啦。其实像那个纽约跟伦敦，他们也没有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联盟了哈。那证交所写了一个坏消息，就证交所董事被人家踢掉了。期交所都是好消息呢。哦，期交所与泰国伊朗双边会谈，董事长哦刘董事长寻求国际合作机会哦，提升能见度。期交所参展 WFE 年会哦，期交所收获大。啊，这个事件怎么证交跟期交？都在金管会的监督旗下，差别这么大，啊，你说明一下这两个所的业务状况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会我并没有去参加了哈。假使我们期交所在场，可以不可以来说明一下？可以，是不是委员可以让我们期交所来说明一下？可以啊。啊，期交所今天有没有来？啊，没来。啊，没有，我们补充一个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不好？没有书面报告。就是、证交所的损失跟期交所在。WFE 的重大斩获哈，弄个书面报告来让我们确实的能够了解一下了哈。啊，接下来我要问，司法法制委员会现在正在极力的推动洗钱防治法的一个修正。啊，我要问一下主委哈，我们金管会就防堵诈骗集团的金流啦，啊，配合现在洗钱防治法的这个修正，啊，你们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言？还是你们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努力？哦啊，过去疏漏的，过去觉得说法令定不完备的，有些什么过去我们解决不了，要不要趁这次的修法，能够让法律更完整，让我们更有武器去对抗这个不法所得？好，我就先金管会能做的部分，我们要求我们的银行业者要重视这个。洗钱防治的事情，以及他们都说很重视啊。我说具体的，你要他做什么？啊，具体的当然就是要加重这方面的教育嘛，教导哈。那可是这个洗钱防治呢，当然我们可以配合法务部来充分的来配合法务部办理。诸位，我相信我也会再给你时间呐。是，但是绝对不是去配合的。我先讲就现况我所查到的。以及包括你们交上来给我的说明哈，你们在那个行政院版的草案第七条，你们的建议也不过是做一个文字的修改啊，临时性业务关系改为临时性交易啊，然后本来人家里面的条文就重要政治性职务人士，重要政治性职务人士，这包不包括立委？包括了哈，照他的定义官员了哈，是包括的。本来法务部给你们建议，应该由。中央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定这个 PEPS 的这个范围了哈。对。啊，结果我看到的是你们把这个权责推出去了，还写来当作你们的功劳。你说，哎呀，这个授权办法改由这个法务部统一规定，我觉得很奇怪呢。你怎就算其他的部会啦，不关我们的部分，他要。觉得让法务部去统一授权，你金管会你自己对于我们的洗钱防治有关于重要政治性人物的这个部分，你也应该有所作为啊，有所主张啊。我跟江委员说明一下，这件事其实不仅仅包括金融系统的，也包括其他各方面各机关主管的业务。对。那假使说法务部在定这个的时候，我们金管会一定会积极的提供意见。你提供的意见是叫他去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不是，我要的是他在定的时候，就金管会全责部分，我们一定会注意，我们目前已经有注意事项了。
所以主委啊，我这样讲好了，我为什么问这个？我实在很想知道金管会在防堵诈骗集团的金流到底做什么努力？就这句话，你回答我。这个就银行在作业的时候发现有异常状况，就是要去注意了。发现有异常状况，我说啊，兆丰有没有发生异常状况？是不是事后？我先讲哈，到底有没有涉及洗钱或不法，交给司法单位去调查，不在这里评论。但是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如果疑似洗钱或是疑似不当的一个金流，或是疑似有奇怪的疑虑的地方，就要去申报嘛，哦，以作为我们预防的一个措施啊。那但基于兆丰案也好，兆丰案发生到现在，配合这次的洗钱防治，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一个作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去建议他？你们给我的资料就是说，很多的规范都在你们旧有的规定、旧有的办法当中就有。你何不趁这一次把它提升，提升到法律的层面？我们这一次根据这一次的教训，我们通盘来研究。我跟你讲，现在被质疑的就是我们就是慢。我说哦，我问你，你们有没有在规划？但是只有放在行政规则的位阶去规定说，金融机构要设置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的专责单位。你们有没有这规划？我们银行局已经有完整的签报，但是有对不对？有放在哪里？行政规则。请我们王辅导机制是什么？请王局长说明一下。银行会不会配合？金融机构会不会配合？回答一下。那金管会的要求，大概银行一定会配合。不是啦，你有没有辅导机制定出来？啊，你来说明一下。我跟你讲，你有这个宣示，其实可能在过去你的规定法令办法当中，或是兆丰案发生之后，其实就应该不许他们去设这个专责单位了哈。啊，现在有哪一家银行有设？告诉我啊。现在其实蛮多家银行其实本来就有设，那有些有部分没有设。那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现行的那个洗钱防治的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现在这一次我们内部就先在洗钱防治法还没有修正通过之前，我们先把它提升位阶到法规的一个位阶。好，你会后哈，你给我第一个。你说有些家已经设了，那你到底是用它的规模大小，还是业务风险，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来说它要不要设？那不设的时候你怎么辅导，有没有处罚？那最后一定要达到100%，你什么时候会达到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好，到底要多少的时间？我们现在新的规定就是要求大家全部都要设专责的。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为限期？就是，我们年底之前，年底12月31号，年底之前注意事项会公布。我就认为说，你要提升它的位阶，不要再去用注意事项了。要给你武器，你要拿。对，我们你们要积极啦。对对。好，哦，那个请主席裁示啦，就刚本席他未及回答的部分哈。谢谢江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质询。罗委员请。主席、各位委员、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否请李主委？罗委员你好。你好。那个普惠金融啊，哈。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啊，哈，要推动啊，我想请教了一下，就是现在目前啊，社会这些相关的族群，弱势族群也好，原住民也好，学生也好，等等各式样的族群，他们现阶段有没有适当的管道，哦，或者是比较友善的方式，可以来协助他们，满足他们贷款的需求，现在目前是怎样？如果我们很积极来推动，那这又对于国内的这些银行，会不会有一些资金排挤的这个效应？亦或是这个事实上占的比例根本就不大？政府的态度是应该更积极来推动，对，是不是可以请主委说明一下？这个弱势团体当然包括形形色色的各种都有，但是我想这一部分，在我们全国同胞的比例占的到底是比较小的比例啊。那我们银行业呢，或者是金融业，应该
知道要善尽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这一部分应该有特别的照顾。那现在目前的话，大概实施的情况是怎么样？像学生，假如说一个年轻人他要贷款，可以贷多少钱？哦，这个要看利率是不是比较低？要看个案啦，哈，要看个案的情形。那有没有什么大概的方向？譬如说年轻人创业，现在国发会他也有一些这个补助措施啊等等啊，那可能他贷款透过国发会的这个协助就会比较方便。我想今天他所讲的这个普惠金融啊，讲起来也蛮抽象的啦。那本席希望说能具体的知道金管会国家政府的方向到底是怎么做，因为长期以来啊，我们很多年轻人啊，他想要创业贷款贷不了啊，找不到钱啊，真正一般的弱势族群，或者是他有心想要做事，真的要钱，这个不晓得去找谁啊？这样啊，或者是诸位可不可以给一个窗口？对，就是我想讲的。我啊，请说。我想这个对各种这个弱势团体，我希望我们的金融业都有会照顾到啊。这个我刚才讲过，善尽这个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嘛。那我想我们这个金管会除了提供一些行政上的优惠措施以外，我们也应该来建立一个平台，让这个需要贷款的和可以出借贷款的把它媒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是，好，那所以你所管的是银行、证券、保险哈。我们看到整个像大陆金融业啊，它这个周边啊，可以说是不断的蓬勃发展啊。是。还有很多的这个金融相关，那包括现在香港跟上海沪港通以及深圳深港通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实施了？这样的一个实施啊，会不会对资金造成所谓的资金排挤效益？我们最近看到台湾啊，因为整个金融的环境啊，可以说是不断的恶化，没有什么注入新的消息，或者是说对金融产业有很友善的奖励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资金不断的撤退，包括很多的这个指数或者是这个基金等等，他们的评比也都是不断的调降，那这些资金不断的汇出去，面对这样的情况，诸位有没有什么对策？过去常常在讲啊，设三支箭啊，或者是有什么振兴方案啊，那我们很期待诸位能提出一些比较实际有帮助的政策出来。请问诸位已经准备好了吗？我先说明，过去港富通哈，港富通这个通了以后，对我们台湾这个股市资金的外流，其实每天也差不多3亿元左右啊。所以这个比例应该不算大啊。那现在这深港通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本来这个对外的投资，我们自己现在股市就有它的机制嘛，有国际版嘛啊，所以大概也不会说一般人比较不会大费周章的又跑去香港或者是别的地方去投资。那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会再仔细来观察。国内现在遗赠税要从10%。提高到20%，那这样会不会对市场的投资人，或者是些已经退休的拥有财富的这些管理人，造成一个投资的选项，就是他宁愿去低税负的国家，没有遗赠税的国家，证交税比较低的地方，会不会造成资金排挤的现象？这个。对这个资产多的人、收入高的人，当然他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这样的人到底是在金字塔顶端，哦，金字塔顶端。对，总共加起来过去的数字大概780几位，每位大咖有5亿以上的能力，所以加一加，他的互动的效果，事实上啊，一年下来就是少了这几兆。
所以一叶知秋啊，除了这些人当一个一个，哦，像迄个规管的肉上，规个拢造了后，哦，那所以是造成现在国内整个交易量，哦，这个萎靡不振的结果。当然，这牵涉到财政部主管的整个赋税整体政策的问题，那包括这个罗委员这方面的这看法，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人提出来，那我想我们也会来跟财政部讨教。我知道财政部正在做积极的规划。那所以朱委的意思说，这个刚所讲的这部分都会去面对，都会去讨论，都会去改善。对，我们会建立财政部要注意这个问题。哦，那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来改善这个金融环境？我们看到很多证券公司现在开始都已经在裁员了，而裁员的速度非常快，因为他每一天成交的金额，全国总共加起来900多间的 house， 如果要 break even， 诸位你知道他的交易量要多少才有办法平衡？大概要800亿才可以。差不多了，870亿左右。哦，那现在全部量加一加都是很低迷啊，每天大概500亿、600亿。是。那这些人以前过去，营业员他可能领一个基本薪水啊，大概是25000、26000、28000，其他都是靠业绩奖金啊，不断的要冲量。这个礼拜一啊，这个证券工会的理事长简宏文理事长有来找我，我们一起有谈这个问题。那目前能做的就提高这个 ETF 的这个交易量，也许可以冲一些量哈。那其他提了很多这个问题，不过大部分还是税制上的问题。那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我们的看法和他工会上的建议，我们会来一起讨教，跟向内政部讨教，向财政部讨教。对，现在所有的投资人都在期待你啊，你会不会以洪荒之力啊，然后大刀阔斧来改善整个金融的投资环境？当然，那是我的责任。我那洪荒之力的力度会有多大？啊，我会不会大幅度的改革？我会不遗余力。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啊！全力以赴，我们希望速度快一点啊，不然哦，我看这个池塘的这些鱼哦，都已经快干枯啊，是，已经没有鱼了，一只一只的都已经死掉了。对对，我们有建立财政部是不是哈？就目前的状况，当然要有一个整体规划，整体规划需要时程嘛。那我们希望提出可不可以有一些目前就可以推出的，不会影响到他权力法动全身，对，要去牵涉到整个税制规划的问题的这个措施拿出来。现在每天的这个交易啊，是会不会延长交易时间？这方面其实那个我们有那个工会哈，工会内部的意见都不一致，我们希望他们协商一致的意见的以后再来。那主委的看法嘞？这个牵涉到一个交易习惯的哈，当然一个交易习惯的改变会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哈，那譬如那改了以后，现在交易量那么少啊，那我们会再详细评估。我记得以前大概交易量到2000多亿的时候，你问这些员工呢要不要休息，他们都不要啊，钱很好赚啊，很热络啊，继续再延长都大家都很开心啊，那他原因是输在没有量，没有钱赚，大家就意兴阑珊，一开盘就是在赶快等收盘。我想这是当然的了哈，不过再怎么延长中间，因为早做晚做，交易量都是停滞在那边，就是500亿啊，这个还要再评估啊。那我再请教一下，有没有可能把上市跟上柜公司啊，干脆两个整并合一啊，变成是一个交易市场？它的性质大概不太一样了，而且大小不太一样，这个要整并很难。真的吗？是。加起来不是会更有看头？这个两个可以集中来promote，只能鼓励他们啦，鼓励他们去并购。好，谢谢。那时间关系，我改天再请教。谢谢。谢谢。好，谢谢罗委员。
向委员会报告，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询答完毕，我们做如下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林德福、陈赖素美所提的书面质询，以及委员余婉如另外提的书面补充资料，均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部会以书面答复。委员，此外，委员未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部会在一周以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也请我们相关部会在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接下来，我们审查讨论事项跟处理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本院委员王荣章等十六人拟具《会计师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的条文内容，以及临时提案，一共七案，请宣读。宣读委员王荣章等十六人提案《会计师法》第六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会计师：一、曾有诈欺、背信、侵占、伪造文书或因业务上犯罪行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确定，但执行完毕或一步之执行而赦免已满三年者，不在此限；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三、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四、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受本法所定除名处分，已充任会计师而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销或废止其会计师证书，但因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撤销或废止会计师证书者，于原因消灭后，仍得依本法之规定请领会计师证书。提案一，普惠金融强调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包含穷人、富人、一般人和大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不同服务对象都能得到相对应的金融服务，唯对于被传统金融所忽视的农村地区、城乡贫困族群，他们原本就不熟悉网络操作或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免受网络诈骗，若不进行教育宣导，他们自然更行弱势。原提案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研议推动金融科技教育普及性，鼓励金融业者开设金融科技教育的相关讲座，主管机关亦应进行政策宣导，以让偏乡居民也能享用金融资源。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卢秀燕。第二案，普惠金融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接受金融服务的权利。我国目前对身心障碍者所提供之金融服务尚有改进之空间。以 ATM 设置为例，根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2005年6月底，视障语音 ATM 已设置260台，为设置数量与速度无法回应视觉障碍者与高龄者成长之趋势，且目前语音模式之操作流程并未统一，不便于视觉障碍者使用。原提案建请金管会会同银行工会共同研议，加快视障语音 ATM 之设置及统一语音模式之操作流程，以提供符合身心障碍者需求之适切服务。好，各位，请金管会相关部门的同仁，以及我们法务部法制司的同仁留下，其他列席的首长跟列席人员可以先行离开。好，谢谢，请继续宣读。以提供符合身心障碍者需求之适切服务，并将相关资料提交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卢秀燕。第三案，金管会推动普惠金融，联合国早在2005年提出相关概念，包括20国集团、花湖 G20 等各大国际组织，意大利倡导普惠金融，为使我国普惠金融能永续推动，原提案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参考 G20 所定之相关指标，未来可根据银行账户数目、ATM 数目及分行加速中小型微型企业的存款及贷款数目及成长率等项目来进行编制及追踪时，普惠金融在台湾得以实践。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卢秀燕。第四案，
有鉴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动普惠金融政策，将于明年一月一日起提供全台身心障碍者一个月三次，一年共36次跨行提款免手续费。此普惠政策将由金管会协助我国金融业透过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服务之可及性，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弱势族群提供较为便捷之金融服务。有鉴于此，提案此手续费减免优惠应扩大服务对象至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在经济上较为弱势，若能将此政策扩及至经济弱势族群，与普惠金融政策利益相符，使更多弱势族群能确实享受优惠政策，以达成建构和有效和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之目标。提案委员卢秀燕，联署委员吴秉睿、费鸿泰、王荣章、罗明才等。第五案，有鉴于证券期货周边单位因独占市场而获利丰厚，金管会却未依《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向证券期货周边单位收取特许费，以作为金融监督管理基金收入，来支应金管会及所属单位相关支出。未收取特许费，也违反规费法第七条及预算法第94条规定，因此要求金管会应向证交所、柜买中心、期交所、集中保管结算所等证券期货周边单位收取特许费，特许费额度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之。提案委员江永昌，联署委员余婉汝、王荣章。第六案，有鉴于证券期货周边单位因独占市场而获利丰厚，依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除保险机构依实质营业收入收取外，其他机构依年度营业收入之1/3至1/8计收，但金管会却仅以最低标准1/3收取，因此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修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理年费检查费计缴标准及规费收取办法》第四条规定，针对证交所、柜买中心、期交所、集中保管结算所等证券期货周边单位提高监理年费调高幅度，由金管会评估之，但须可支应金管会及所属人事费之历年预算平均值。提案委员江永昌，联署委员余婉汝、王荣章。第七案，关于乐声球场案，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括弧后称投保中心）要求受害投资人须于2016年11月24日前决定是否接受中国信托之赔偿条件，如不接受，就必须撤回全部案件的授权，不得仅撤回对中国信托球场的授权。投保中心之要求以根本违反民事诉讼法中债权人对不同债务人的请求权以及各该请求权的诉讼实施权为独立存在之基本原理。为贯彻国家设立投保中心之目的，乃在协助受害投资人求偿原件请做成两项决议，如下：一、受害投资人对于是否接受中国信托求偿应有更充裕的时间考量，原定11月24日之期限应至少延至11月30日；二、无论受害投资人的决定为何，投保中心应循民事诉讼法之规范，确保受害投资人得单独撤回对中国信托求偿的授权，而不影响其他债务人求偿的授权，不得尽以全有全无统包式的处理。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前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第五案、第六案，罗委员、明才、曾家联署人，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先处理法案的部分。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修正法案有无意见？好，我们金管会有没有意见？原则上我们支持，但是是不是容许我们做一些文字修正的建议？文字修正，好，请说。第四案能不能再
这个建议文到哦三四。对不起，那个现在主法案的部分。对。好。法案会计师法。会计师法，这我们赞成。好。那好，那先请回，我们先处理法案的这个部分，有关于临时提案，等一下我们再逐案进行，好不好？好，那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王荣章委员提案的修正条文。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临时提案的这个部分，我们逐案进行。请问第一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经管会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第一案通过，照案通过。第二案，请问金管会有意见？好，那我们第二案照案通过。请问第三案，委员或者金管会有无意见？没有意见。好，我们第三案照案通过。那第四案的这个部分，请问金管会的文字修正意见？这个卢委员等的建议啊，当然要照顾这中低收入的哈，但是假使把文字写得太死，说应一定要这样办，那可能实务上有困难。可不可以建议把它应改加一个应言意？我们来找对不起，第几行？导数一二三四，导数第四行哈，那个优惠有没有？我从第三行读起，本席提案持手续费。减免优惠应扩大至，应扩大服务对象至，等，这个叫演绎好不好？让我们来演绎一下。好，所以应改成演绎，是不是？请问，好，那我们提案修正通过，就加演绎两个字。演绎，就是应演绎扩大嘛。好，谢谢，我们照，谢谢主席。我们。按照修正通过。好，第五案，来，请。我们第五案是不是让我们在文字上做一个加也是那个在第四点哈，第四点这个故要求机管会应后面加演绎两个字，向什么什么什么来做什么事情，加演绎两个字好不好？好。江委员可以吗？第四点，应的后面加言意两字，好不好？好，那我们那其实说明的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不是要在案由的这个部分来改？好，你们要不要就说因此好，要求金管会应言意向证交所哦，按好不好？哦，案由也要，你们其实应该改。案由啊，案由好，案由按说明都加一下，好不好？到倒数第三行，因此要求金管会应严议向证交所柜买中心等等等等，江委员可以吗？如果做这样就好不好？好，谢谢，可以哈，可以，好，好，那我们同样的就是说，在说明的第四点的这个部分也照刚刚的内容顺修，好不好？一样加也严议两个字。好，那我们第五案修正通过。第六案，这个在案由和这个，我们比照刚刚前一案，就加演绎两个字，加演绎啊，在案由案由跟我们第四行第四说明的第四点，导数第导数第二是应，好不好？应好，应江委员可以吗？好，那说明三也配合改。郑委员可以啊，好，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说明三第七案，说明四啊，第七案啊。对。我们这个文字调整比较多，我们的副局长有跟黄委员这边协调过，不知道黄委员同意没有？你来说明一下好不好？黄可以，可以的是吧？那请我们副局长来报告一下好不好？好，请说明。第七案的一的部分，在后面那一句话说应至少延至十一月三十号那几个字划掉，改成应以十一月三十号书件完备且送达投保中心者为最后的一个受理期限，改成这样比较明确。就修这里是不是？还有没有？还有二的部分，一次做完。
二的部分，最后的句点改成加两个字叫部分，然后逗点，请投保中心迅速研议。好，请你们再把 请把文字送过来，好不好？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你修正的文字请送到主席台这里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刚刚的文字送过来。好好。那现在拿过来。太吵了，再重新腾一次。我们要。好，来那个我们一的这个部分哈，第七案一的部分，受害投资人对于是否接受中国信托求偿，应有更充裕的时间考量。原定11月24日之期限，请以11月30日书件完备且送达投保中心者为最后受理期限。二，无论受害投资人的决定为何，投保中心应循民事诉讼法之规范，确保受害投资人得单独撤回对中国信托求偿的授权，而不影响对其他债务人求偿的授权，不得尽以全有全无统包式的处理。部分，请投保中心尽速研议。好，做第七案做如上的修正。好，那我们这个部分第七案修正通过。好，向委员会报告，我们审查本院王荣章等16人拟具的会计司法第六条条文修正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对决议有无异议？好，那我们本次会议均那我们就通过。本次会议均已进行完毕，如有登记发言的不在场委员补提书面质询，一并列入进入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散会。中心 B2 本你的好，我们再把资料的这个部分，我再请我办公室主任给你处理，谢谢，好不好？我觉得那个太离谱。